開始之前，我哋有請行政總裁許奕品先生謝文啦，代表集團致贈紀念品俾各位嘉賓噶。我哋先有請第一位嘉賓，明報投資及地產辦資深主編陸振求先生，有請陸先生。好，各位先合照一張啊。好，有请陆先生就座。我哋有请第二位嘅朋友，系第二位嘉宾，系盛汇商铺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创办人李根兴博士。即系派纸巾俾我，因为讲铺要流眼泪。Jackie。李博士就座。好，我哋再请下一位嘉宾，基伟集团行政总裁汤文亮博士，有请汤博士。有请汤博士留步，都请咁多位嘉宾咧上台嚟合照一张啦，嚟张大合照嘅。好，前面麻煩謝姐啊，唔該。最尾麻煩望一望大會嗰陣。有未？有。好，唔該曬咁多位。好，又請咁多位嘉賓就座。Emma 請留步。好，我哋先有请我哋第一位嘅港姐嘉宾，耀财证券行政总裁许奕品先生 ，Emma 有请。大家好，好，哎，各位客户、非客户，总之今日出席嘅嘉宾，或者各位捧场嘅朋友，大家好。好，啊，多谢晒各位啦。咁啊，其实咧我就今日好惭愧嘅，因为今日咧如果你讲铺讲楼。我小弟咧就唔係嗰份港股，我哋嘅研究部主管就阿 Sandy 係得絕對叻過我。咁啊，但係咧近期咧就可能大家喺報章雜誌啊見到我多啲咧，就可能講係講新股嗰啲啦。咁一陣我都同你分享下大家心得啦，即係大家都而家好似可能抽獎咁啊嘛。先嚟只眾安，又嚟粵文，下個禮拜又問我只雷蛇收唔收得過，跟住又問下個禮拜陰。哇！大家真係都好忙喎，係嘛？好忙啊！哇！究竟點樣投資過唔過咧？即係大家都去分析一下啦。咁嗱，其實我今日出嚟咧同大家講咧就係、是。睇過我段宣傳片啦，即係我自己話睇32000嘅，係嘛？即係當然我冇，我係睇大方向啦，即係就唔係話逐個板塊去同大家分析啦，即係逐個板塊咧，因為我哋交俾我哋研究部主管啦，就阿 Sandy 會同你做一解説啦。咁我就點解其實咧，我哋喺每次耀財咧，其實都為你哋舉辦咗好多講座啦。咁啊，舉辦好多講座之餘咧，其實就我哋今年咧做咗一個民意調查。咁民意調查咧就話都係話講翻咧，究竟散户或者係點睇個股市嘅咁、啊、但係通常咧就人喂有好多人同我講啊，即係我自己都做咗呢行都今年係踏入25年㗎啦。咁好多人就話喂散户睇好喎，或者好喂一齊睇好喎，係究竟係咪即係講俗語啲啦，喂。散户睇好啊，必須走佬啊，即係全城睇淡啊，必有反彈啊，即係類似嗰啲啊。咁而家好似個氣氛咧，好似個哇，好似係咪睇到好好嘅？咁但係今次其實咧，個恆生指數到28000多點，咁就算有一日咧，我最記得係跌咗500多點之後咧，嘣一聲又第二日上翻去嘅，咁又純粹震一震嘅原因咧，其實好奇怪喎，即係我覺得好似而家真係好似講笑咁喎。而
原來股災唔知話咩誒1987年股災嘅類似係30周年話 Danny 好似係嘛？係咪上次跌500多點好似？咁咁都有一跌嘅喎，咁你好明顯咪證明個市其實冇嘢跌，揾嘢嚟跌咯。咁其實我去到其實我都有久唔久都去到啲分行度同啲客傾下偈，咁就話喂。喂，北韓射飛彈喎，咁驚唔驚啊？或者有咩好驚啊？許生而家究竟好似買唔到好高喎，即係點樣點樣啊？即係好多好多問題好奇怪嘅。咁就其實咧，我又覺得啲客户或者好多可能一般人咧睇，喂，究竟而家真係好似去到28000幾頂角位咧，就喐唔到啊！即係好似上落唔上落又上又唔係落又唔係跌500多點，就希望佢調落去28000樓下，但係又唔係28000點，即係又冇機會咁死啦！下一個機會點咧？嗱，我純粹就咁樣分析啦，就喺我想講一講呢份嘅分析報告先。啊，冇事啊，冇事啊，冇事。嗱，咁啊，嗱，呢個叫恆生指數嘅歷史圖啦。咁就基本上咧，2007年嘅10月30號，就係香港恆生指數有成立以來叫做歷史高位31958，即係挨住32000啦。咁其次就係2015年，就係話我哋而家其實過咗噶啦，就係28588點，就係2015年我哋叫做大時代個高位，大時代高位。咁去到而家2017年嘅10月19號咧，其實28798，咁係咪已經過咗第一個大時代高位啊？咁咧通常咧股市個形態咧就話創咗新高之後會回一回，上次我哋咪跌咗500幾點，咪叫回一回咯。咁啊通常再衝翻。再會向啲高位發展嘅，咁而家咧喺而家嘅情況底下，點解我會話喺個宣傳短片度話我睇32000點咧？而家叫望空啊！我哋叫望空嘅原因咧，就話真係28500幾點嗰個位已經過咗啦。咁上邊係乜嘢咧？其實已經即係冇位噶嘛，變咗係話32000幾咧，就真係直逼上去嘅，會有機會直逼上嘅。咁究竟係之前咩原因咧？雖然話好多嗱，我哋調查發現咧，就係受訪投資喺呢次嘅調查結果裏邊咧。就基本上咧，最涉及最多嘅人投資嘅經驗咧，就係5至10年呢、這個五即係1至5年呢個水平啦。咁其次睇就接近咗70% 嘅，咁啊10至20年21%，咁啊30年以上2%嘅。咁變咗你發覺股市咧，而家嘅形態咧就係、是、以可能譬如話新入去投資嘅客咪多咗嘅，但呢個不得不承認嘅，因為好老實講，好似比較傳統炒法嗰啲咧，就可能都係嚟緊落嚟。哇！點解今年會發生咁嘅現象咧？點會平均分配咧？因為我大膽啲講，真係以科技股為主。科技股唔好介意，好多股民咧其實唔敢買，唔敢買。哇！即係騰訊做乜嘢㗎？哇！而家300幾蚊，360幾啊，真嘅係嘛？360幾嘅咯係嘛？其實佢唔係360幾蚊喎，大家知唔知啊？佢成本喎，1000幾蚊喎。哇！1000幾蚊係咪好貴啊？咁但係你相比翻咧，可能喺外國上市嗰啲百度啊，其實都差唔多嘅係嘛？阿 Danny， 佢係200幾蚊美金，其實成交出嚟唔係2000幾蚊美金，係1000幾蚊港紙。所以其實你單一蚊就話咧，可能傳統嘅股民，即係點解你會發現咧？5至10年嘅股民咧就會敢投資呢啲，因為佢未經歷過個可能我咪有高咪買咯，買咯，即係我唔擔心喎。其實我真係問啲客喎，喂點解你夠膽？即係當然係話年青少少啦。喂點解你夠膽買騰訊嘅？冇啊，我用緊佢個微信，全中國人都用緊個微信。咁你又話喂，我都係經過佢打機，咁佢咪識得呢間公司，咪覺得個發展潛力高咯。咁但係當然套落傳統股民度嘅，好虛渺啊呢啲嘢，真係好虛渺，即係哇咪搞錯啊，咁都係個生意嚟嘅。咁但係問題話都係嗰句啊，去到下一幅圖咧，咁你要發覺咧，呢個投資股票嘅人咧，就係話今年嘅升幅咧，即係究竟睇翻佢賺錢比例先啦。頭先就話1至10年嘅客多啊嘛，咁佢究竟賺錢定蝕本嘅咧？嗱，你睇下，其實咧勝於預期，即係賺幅就30%以上，11%。平均賺幅少過10%咧，就係43%。理想嘅平均賺幅1至3%咧，都有20%，發覺都係賺錢嘅。咁其實跟住咧，佢哋至愛投資最佳嘅產品咧，暫時都係港股嘅，以港股為主嘅。咁啲期貨類咧，佢哋唔敢玩嘅，即係老實講，因為今年股票咧，
個波幅係好玩過期貨嘅。咁期貨同埋其實期貨咧就係好奇怪嘅一樣嘢嚟嘅，就係話你升到咁高，你一定沽嘅，唔知點解喎。其實人哋同你講，喂，係咪即係你喺個心魔上面咧，你揸住股票，你不斷希望上升嘅。咁但係你去望住指數咧，哇，唔係喎，28,000+，不如沽翻張先啦。即係咁啊，相對地，佢每一次創高峰，咁啊，期指其實相對地調翻轉咧，沽貨即係今年沽期指嘅人咪會有損手咯。即係我自己咁樣計翻。咁但係咧，去到其實喺受訪於2017年年底咧，究竟點睇股市咧？即係嗱，其實一般散户咧就係可能到喺個調查發現咧，恆指就有機會喺2017年，即係而家叫做第四季。我年而家踏入咗11月嘅啦嘛，即係嚟緊來12月咁發生咩事咧？就係會喺27,000+到30,000+徘徊嘅75%啦。即係都係睇好嘅。其實去到2018年啦，佢哋更加睇好，就去到32,000+，就係可能印證翻。當然話呢個係一個調查記錄，唔係因為佢聽咗我講先去講嘅，即係因為我哋要睇翻啲數據，佢哋係咁樣呢個真實嘅調查訪問嚟嘅。咁究竟嚟緊落嚟，頭先我講過話一至十年之間投資經驗嘅呢個群組會睇好咩股份呢？係會繼續睇好科技股嘅，都係會繼續睇好科技股嘅，因為證明嗱嚟緊落嚟，你頭先我都講啦，粵文、眾安，甚至係嚟緊落嚟嘅譯音，全部都係科技股嚟嘅。咁變咗咧，就真係可能喂，亦都係同騰訊有關啦。咁即係騰訊，我都係嗰句，好明顯而家咧，大家應該咧大家都應該有呢樣嘢㗎嘛，智能手機啦。就算我老實講，我媽咪都而家都我媽咪爹哋，我依家都用緊呢啲手機嘅。咁但係點解會用呢啲手機呢？其實我自己咁睇啦，即係姓馬呢兩位仁兄啦，即係我哋中國人之光嚟嘅，即係馬化騰同馬雲，佢真係用個科技咧係改變咗人嘅世界，呢個不變嘅。即係可能你以前可能喺5年前你未必接受，都係叫阿仔啊，喂你都係買翻個撳嗰啲電話俾我啦，我驚我唔識嘅呢啲電話好危險嘅。咁誒而家喺呢個情況底下咧，咁基本上咧個人。就算普普通通都喺個台度，喂，我最記得有某間電信商咧，就係專係吸納啲可能係比較年長嘅人嘅，喂，88蚊任用嗰個網絡，跟住任打電話。咁我哋發覺係多咗人去做呢樣嘢嘅，即係去做呢樣嘢。咁點解？因為你接受咗個科技嘛，同埋甚至乎以前，但係等啲講，你哋需要同國內嘅親友或者海外嘅親友。必須要用長途電話呢樣嘢嘛？咁而家有冇啊？冇啦嘛，微信風係嘛？用微信可以打電話，用微信可以揾到聯繫。咁微信呢個樣嘢咧，究竟係邊個發明嘅咧？咪就係騰訊呢間公司咯。咁所以佢個發展潛力一定係冇得輸。佢嚟緊落嚟會更加多嘢去研發，同埋遊戲亦都改變咗好多年青人嘅做法，即係我話日日你見到佢搭地鐵咧，就揸住個手機玩嗰咩叫王者榮耀，咁啊好多又話玩嗰啲都係騰訊嘅 game 嚟嘅，咁所以騰訊咧其實每日咧賺嘅錢我計唔到，真係計唔到，因為佢影響緊13億人，甚至影響全世界嘅香港華人啊，和華人嘅生活習慣，所以佢個發展潛力會咁犀利，就深不可測嘅咁樣，咁所以唔使怕嘅，咁嚟咗落嚟咧，即係當日話我哋亦都唔係話吹噓你哋一定要投資喺新即係呢啲咁嘅科技業裏邊啦。咁就我自己咁睇啦，即係你哋嘗試係用 IPO 個角度去 IPO 個角度去做翻啲嘢先啦。即係可能話咧，嗱嚟緊落嚟可能我最驚有客同我講啊，即係眾安，哇蝕本喎，咁抽啊，咁一開出嚟，哇開出嚟抌啊，即係抌嘅意思就話哇走雞啦。好啦，喺度粵文啦，哇！跟住蜂擁啦，即係我哋公司咧都好多即係你可能有啲報章咧就睇到咧排隊開户。咁呢樣現象咧，嗱我見到可能大家都有即係可能有啲喺呢個現象幾時見過排隊去申請認購咧？就係1997年北控，當時旺角匯豐銀行排曬隊為咗攞銀礦，2000年嘅 Tom.com 亦都係排曬隊攞方嘅。咁今次呢個粵文係真係一個都係幾轟動嘅事件，動資5200多億嚇，動資有40萬人喺度申請，亦都係一個當日未破中鐵建嘅紀錄，但係已經係一個創舉咯。咁所以嗱，其實開始慢慢接受
大家可能好驚啊！我仲有想講一個話題，唔係喎，我其實好想玩科技股噶，不過我2000年嗰陣時啊，哇！俾嗰啲咩科網啊，即係搞到我一副都係啊！而家嗰啲啊，仲都係都唔知去咗邊啊！咁但係我自己咁睇啦，即係純粹個人嘅見解啦。今日嘅科技同當時嘅科網咧係唔同嘅。科網咧，尤其當時2000年嘅科網真係虛無嘅，係一個網賣廣告賺錢。但係而家科技咧就真係可能出啲嘢嚟即係嚟遊戲啊、交友平台啊，即係全部係呢啲係賺錢方法，所以有少少係唔同咗嘅。所以希望即係我慢慢去改變個思維嘅情況底下，去接受科技嘅情況底下咧，咪以 IPO 為入手咯。即係可能大家都係話對認購即係對科技股有保留嘅，咁啊相對地係認購新股為着手咯。即係對上開始眾安冇份啊，粵文。可能粵文，哎呀死啦！哇，我睇報紙話20000股先有一手喎，哇20000股幾個價值係幾多啊？110几万喎，佢話搞點搞啊？咁點算啊？咁其實唔係話咩嘅，其實咧唔係話嗱，唔係一定20000股先有一手，其他個組別咧，如果低過你20000股咧，係要抽獎嘅啫。咁就希望你哋好運啦、啊！如果有抽嘅朋友好運啦、啊。咁嚟緊咧，跟住有雷蛇啦。咁雷蛇咧就我自己咁睇嘅，即係有人同我相比，當然而家已經跌咗啦。喺而家新股市場仲係興旺嘅情況底下，認購新股係冇問題嘅嚇。我當係抽到10%、20%就咪有個利潤咯。咁誒呢樣嘢係冇問題嘅。咁但係問題話你如果兩者相比嘅背景咧，粵文同埋雷蛇，咁我會點睇咧？粵文就係啦，舊年佢舊年係蝕錢嘅。但係舊年嘅下半年咧，即係今年嘅上半年咧，已經開始有盈利㗎啦。咁同埋加上咧，其實粵文就又係等於我頭先講嗰樣嘢啊。你以前可能好多人都好中意睇書啊，哇！我屋企有個書房㗎，有過萬本書啊。而家馬化騰又係將你哋生活改變啊！哇！你點啊仲嘥個書房去擺書㗎？唔使驚，有部手機就得㗎。你join 個 plan， 我你俾錢我。我就會啲書擺曬呢度俾你睇啦，幾多本都得，亦都有話有個 plan 喂唔抵個月費啊，逐粒自計又得，咁佢係咪又係改變緊你啊？即係佢咪就係呢啲點石成金噶？咁所以咧，嗰個粵文點解由突然間由蝕本變咗賺錢就係咁嘅原因咯。咁亦都係令到你哋係令到可能好多股民嘅蜂擁去抽嘅原因。咁調翻轉雷蛇啦，咁再兩隻相比咧，雷蛇咧就事先張揚，佢個背景並唔係姓馬嘅，姓李嘅姓李嘅。係啦，姓李嘅，咁啊，佢講明話2019年咧係先會有盈利嘅，咁但係佢嗰啲雷蛇，佢係玩電競遊戲啊，電競遊戲究竟係乜嘢咧？即係可能話有啲勁嘅 mouse 啊，有啲勁嘅 keyboard 啊，又或者 set 過一個電競場，俾佢一齊喺度打嗰啲 game 啊，大家會互相交流嘅。咁你問我呢個係新興行業，我未有去參透，唯有研究究竟係乜嘢一回事。咁但係喺個新股市場熾熱嘅情況底下嘅，不妨玩下冇所謂嘅。嚟緊落嚟星期一啦，又有一隻招股喎，大家應該未知噶，不過我可以話定俾你聽。但係有啲人當時係有留意報紙，大家知啦，叫做易音集團。易音集團嘅背景亦都係騰訊啊，又係姓馬噶，33% 係騰訊揸住，另外咧就係著名嘅百度同埋京東係都係揸住佢嘅。咁又會另一個瘋狂噶啦，同你講真係又另一個瘋狂。咁唔使問噶，你問我佢繼續係蝕本嘅，繼續蝕本嘅。咁你如果係買科技股，真係買概念。但係佢究竟做咩行業咧？我或者大家網，你可以打你自己有興趣咧，上佢哋網或者你一陣用手機啦，打易音啦，佢就會話俾你做咩嘅。佢就係網上買賣汽車，全國最大嘅網上買賣汽車。咁咧，馬化騰呢個人咧，佢唔會即係等於你有馬化騰或者馬雲都係嘅。你有個平台，佢唔係淨係做一樣嘢噶嘛，淨係馬雲先生啦。又無論又支付寶啊，又好多寶啊咁出嚟嘅。咁啊，馬化騰先生呢、這個點解投資呢個易音咧？除咗佢買賣汽車之外，我一條龍幫你做曬。你唔使經銀行去按揭㗎啦，我幫你做埋，我計你平啲。保險啊，我幫你呢條買賣。佢咗呢個網咧，就係、是、一條龍去做曬所有嘢嘅。咁所以嚟緊落嚟咧，那個發展潛力都係非常之好嘅。咁大家亦都可能不妨喺呢個咁熾熱嘅情況底下，不妨都可以試下認購啦。試下認購啦，咁當然係話
咁啊，我哋咧嗰陣時咧，可能大家見到報章裏邊咧話，可能點解我哋要償到300億啊？嗰個叫做3:1嘅孖展額啦。其實孖展認購新股咧，即係相對地你攞 10% 出嚟，即係換句話講，頭先二萬股嘅粵文，哇，係咪要攞81,000出嚟啦？咁如果你調翻轉用孖展抽咧，其實你又攞110,000出嚟，可以抽到。抽到20,000股嘅原因咧，因為我哋攞 10% 嘅 deposit， 即係我哋存入10% 嘅按金，我哋可以90%借俾你去認購孖展嘅。咁當然係話要收翻啲利息各樣各樣啦。咁而家點解個股嗰啲新股市場咁瘋狂咧？就主要嚟啦，係嘅孖展認購得多嘅。咁你問我話好多人話喂，我唔中意孖展嘅嗱，我想解釋翻一樣嘢啊，用孖展買股票同埋用孖展認購新股咧，其實係兩個議題嚟㗎。用孖展認購新股咧，就真係純粹放大嘅供給，令到你抽多啲嘅啫。咁你當然話哇，如果跌破底價，我咪孭曬上身啦。咁呢個當然係啦。咁但係問題話，當然係你優質嘅股份咧，我建議你可以用孖展去認購嘅。咁所以相對地係非常之好嘅策略咯。咁大家留意啦，禮拜一開始招股，咁有邊個係未係我哋客户啊？唔好意思，即係介唔介意舉一舉手啊？唔緊要。唔緊要嘅，嗱，究竟黎耀財認購新股有咩著數咧？咁啊，黎耀財認購新股咧，第一樣嘢息低啦，第二樣嘢有機會係5%，即係頭先我咪話10%如果認購新股嘅，係可以做，我哋可以做到90%按揭嘅，5% 錢可以認購啦。咁第三樣嘢就仲有一個咩好啊？你話見到睇到報紙咧，就成日話暗盤啊，咁耀財咧係其中一間可以喺暗盤市場買賣嘅 股份嘅公司嚟嘅，即係話換句話講咧，假設粵文喺8號上市，其實喺7號嘅4:30至6:30之間咧，你就身為耀財客户已經可以暗盤度買賣噶啦。即係簡單，哇！粵文80蚊喎，喺暗盤度喺耀財嘅暗盤，即係左人已經沽咗佢，亦都話喂，有啲股份可能我係睇啱，就好想買多啲喎，得200股咁少，我想去買800嘅，亦都可以暗盤市場度買咗佢嘅。咁所以咧。成為我哋客户係呢樣嘢有個優勢喺度，咁同埋總之係話喺個暗盤市場交易咧係免收手續費嘅，我哋係唔需要收手續費嘅。咁所以呢樣嘢咧就適用於新客户、舊客户嘅。咁舊客户唔使苦埋包腮，你哋都有呢個著數嘅。咁新客户未開户口咧，頭先嘅同事，我哋財經台同事都講咗噶啦，即係今日嘅 MC 啊 Tracy 都講咗啦。咁啊7個月免傭同埋3個月免息。咁啊，首持行家單據零息零傭之後咧，佣金再有8折嘅，咁所以非常之著數嘅。咁今日咧，總之好多謝各位嚟臨啦，即係無論新客户或者係我哋客户都好啦。咁耀財咧繼續秉承個作風就係話想你所想。你見到我哋今次有個突破嘅，就係話以前咧嚟親呢度開講座咧，都係淨係講股票。或者講啲衍生產品嘅，今次我哋破天荒咧都邀請咗3位重量級嘉賓咧，同你分析一下樓市同埋鋪市嘅。咁當然話我都好多謝阿湯生啦、陸生啦，同埋阿李根興先生嘅。咁希望一陣咧，佢帶俾你有新嘅元素。耀財嚟緊落嚟繼續會為大家係提供啲更加優質嘅服務，同埋搞不停嘅講座嘅。最緊要一樣嘢，我喺度講嘅，我代表公司講嘅。我一定不會收你錢的，因為如果坊間很多人收錢的講座，我經常都說如果收了錢實贏呢，你們就不妨去啦，但是是不是實贏呢，你們自己話事啦，即是我們耀財一定是秉承繼續免費為大家服務 的宗旨的。那未開戶的同事可以快點開戶，那我呢不會兩手平平來的，那呢為了回饋一直對著我們的支持客戶，就或者準備成為我們客戶的客戶呢，我哋都係咧，我有啲帶咗啲飛派俾你哋嘅，就係、是、嗰個冬日美食博覽啊，咁就每人一張嘅，咁佢咧就係10月24號同埋25號咧，就喺灣仔會展，即係簡單啲嚟講咧，就係、是、個美食博覽，因為而家美食博覽係搞兩次嘅，咁一次咧就香港，咁一次係夏天啊嘛，大家平平跑一蚊鮑魚啊嘛，咁而家咧就冬天都搞咗一次嘅，咁啊希望你哋，我哋每人會派一張俾你哋嘅，希望你哋開開心心。個個好愉快嘅聖誕節，咁同埋繼續支持我哋耀財啦，好嘛？咁同埋咧，仲有一樣嘢，我再提一提你，你想掌握最新嘅資訊咧，其實可能你有時咧都係未必係話即時話到俾你聽。上個叫喺耀財網站裏邊有一條 link 咧，叫耀財財經台。耀財財經台咧就係、是、呢班勞苦功高嘅同事，係啦，咁就係咧，佢會係。
開市至到收市，甚至乎有我哋重量阿星級阿 Sammy 有問必答，佢一個好勤力嘅同事，你問佢乜嘢，佢都會解答你。而家有 WhatsApp 途徑啦，又有職場打電話嘅途徑。咁你唔清楚個網頁唔緊要，一陣吹時會再講多次俾你聽。但係希望你哋繼續支持耀才，支持耀才上英台。多謝各位。好，多謝曬，多謝曬 CEO 送咗禮物俾我哋嚇。咁啊，頭先補充 CEO 頭先講話雷射截咗咧，個現金未截嘅，禮拜一仲有喺度嘅。雷射係截咗孖展嘅啫。OK， 咁我哋有請第二位嘉賓啊，重量級嘉賓就係明報投資及地產版資深主編陸振球先生。有請陸先生。好。大家好，好咁啊，冇咁啊，喺間湯生咁出名啦，唔知道有冇人識我啦？識 ，OK， 咁啊，有個名啦，陸振球啦，咁啊，明報嘅投資及地產版嘅資深主編啦，咁咪講咧，明報咧個投資版幾值得睇嘅，買廣告先啦，咁啊，買下個人廣告啦。如果一間我所講嘅，其實咧都為大家準備咗一個30頁嘅 PowerPoint， 都好多圖嘅，咁啊。慢慢消化啦，咁講得好快嘅，唔使驚。咁嚟講，如果大家消化唔切咧，咁我入翻我 Facebook 啦，咁好易記嘅嗰個教你贏錢啊 ，Teach You Rich 啊 ，Facebook.com 咧，咁可以睇翻啲圖嘅。咁啊，因為我就年紀翻咁上下啦，有少少老花啦，咁啊，可能要睇個電腦未必睇咁清楚，咁啊，同大家一齊分享下。咁呢本係我嘅。最近一本新書啊，叫《樓市大時代》啦，咁都幾配合今日個主題啊，股樓鋪大時代。好咁啊，因為我見到咧講者就話分兩批嘅，啊一批咧就阿湯文亮博士啊、李根興博士啦，就啊物業高手。咁啊阿直 Sir 啦，啊頭先啊總裁啦就係股票高手。咁我就投資版同埋地產版嘅主編，咁啊啱中間。咁嚟講講咩好咧？兩邊都好似咁多高人啦，咁我不如講一啲中間嘅嘢啦，即係對於你哋投資股票或者投資一個嘅物業嚟講咧，都好關心嘅一樣嘢。咁究竟係啲乜嘢咧？咁啊，大家有冇讀佛經啊？有個心經啊，有句好大家好成日聽嘅：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咁嚟講嘢，但係叫大家大睇開啲啦嚇，好多嘢都虛幻嘅。但我將佢改一改個字咧，個色咧變咗色口個色，色不異空就空險個空，啊空不異色，色是空，空即是色。咁其實咧，即係投資任何嘅嘢咧，其實咧都會計一樣嘢，就個色口嘅轉變。空咧就未必係空險咁解嘅，即係大家一定要關心呢個色口。我今日咧就主要講大家點睇個色口嘅轉變。同埋息口嘅轉變咧，升又好跌又好咧，對股市、樓市個影響係幾大嘅。咁睇啲歷史嘅數據，大家分享下。首先咧，大家可能嚟講開始要認住呢個人嘅樣啊。啊，如果睇幅相，認到係邊個啊？鮑威爾。鮑威爾啊，咁啊個老人家64歲啊，咁嚟講咧就啱啱做呢個委任做聯儲局主席。咁咧啲人咧就覺得佢咧。是一個比較叫夾派嘅，比較溫和嘅加息嗰、那個對於個股市樓市當然好啦。咁嚟講係講加息加慢少少嘅話，不過可能我哋開個玩笑啦。咁其實記唔記得呢四個人係咩人啊？左邊咧其實之前四屆嘅聯儲局主席，一個福爾克，咁一個叫做格林斯潘，大家啦，跟住就伯南克，而家嚟講咧就耶倫啦咁嚟講咧，原來排隊嚟咧，原來咧佢哋個身高特別嘅喎，啊，福爾克就6尺7寸高，格林斯潘咧就5尺11寸，跟住伯南克就5尺8寸，耶倫咧就5尺，咁啊女性嚟講咧喺東方都唔算矮嘅，都係西方人矮翻少少。咁咧我將佢排咗嚟講，原來咧佢哋將佢排咗，原來過去幾十年咧，原來嗰、那個幾得意喎，原來美國嘅息口咧同佢嘅身高好拉楞嘅喎。6尺11寸嗰時咧，大家如果供樓係供15厘嘅時候咧，就係佢6尺11寸嗰個聯儲局主席。咁而家供樓咧2厘咧，就係耶倫5尺。
咁下一個啊，咁大家估下一個鮑威爾有幾高啦？咁啊睇一睇啦。咁啊，略低於一個嘅 Donald Trump。咁咧，原來佢咧就人話佢差唔多六尺。咁啊，如果咧，如果依個真係咧掛鈎咧，同身高同掛鈎嚟講咧，可能息口嚟講咧，雖然夾派嚟講咧，喺期內咧，可能都會上翻少少息口。咁啊，慢還慢啦，都會上啊息口。OK。咁嚟講，如果佢同佢個下啲人話佢接近六尺啦，就同格林斯潘差唔多啦嚇。咁格林斯潘咧就話咧早幾個月咧話咧息口咧，美國息口嚟講係上翻五厘都未頂嘅，而家大概差唔多一厘，都有四厘嘅。咁嚟講就話依個正常化，咁佢個一家之言啦，咁唔知幾多啦嚇。咁希望嚟講咧就唔好，就算係五厘都冇咁快啦，慢慢嚟啦嚇。咁啊依個一個少少啊幾得意嘅統計啊。咁啊，希望佢啊都係六尺為止，咁啊大概四五厘就算啦。咁嚟講咧，其實講息口嚟講咧，一定嚟講咧同依個債券有關嘅。大家知道買債就收息噶啦。其實咧最大嘅市場，嗰啲上咧就唔係股票，係債券市場啊。因為嗰啲基金啊嚟講要買啲債嚟收息，去派息俾嗰啲退休金啊咁樣。其實個 size 咧比依一個更加大嘅。咁一個好出名嘅人咧。呢、这個人咧又啊又唔係好靚仔叫 Bill Gross 個舊嘅債王。咁嚟講咧，佢咧最債咧，佢啲文章就好難睇嘅，好鬼深嘅，拋書包好難睇。Anyway 咧，佢以前嚟講咧都幾叻嘅。咁啊近一兩年咧，因為有啲新債王湧現咗啦 ，OK。咁啊最近咧，佢講咗少少嘢，叫大家睇住個食口咧，第一條黑色嘅線，虛線。個黑色嘅虛線係乜嘢咧？其實咧，依陰陽珠嚟講就係美國嘅十年期債券嘅息口，其實我哋有一個指標嘅息口嚟嘅。佢話咧，就大家小心嚟講，呢、這個息口咧會唔會明顯穿咗一個黑色嘅線，就2.4嚟。咁諧音啦，頭先我都話息不如空，空不如息啦，2.4即係易死啦。啊，咁嚟講，如果高過依個2.4嚟講咧，有咩事發生咧？如果依2.4嚟講咧，如果大家炒股票咧，有時都會利用一啲嗰位嘅技術分析㗎，係咪？咁咧，原來咧，依個2.4咧就係依個美國十年期債券息口嘅長期下降軌嘅交叉點。啊，咁如果穿咗咧，佢話咧就可能嚟講咧，依個債券牛市就結束。債券牛市結束嚟講咧，即係息口會有上升啦。喂，債券升嚟講咧就係息口跌，債券要升嘅；息口升咧，債券會跌。咁樣牛市結束咧，咁可能，但係而家嚟講就啱啱喺2.4咧依個徘徊。咁上個禮拜咧，我睇翻頭先幅圖啦。曾經上過2.4厘，但又跌翻落2.4厘，咁一個徘徊之間。咁嚟講，如果長期嚟講真係升穿2.4厘咧，可能真係要小心少少。依個債券息口咧，因為美國嘅息口係主導香港息口嘅，因為香港聯繫匯率港幣跟美金掛鈎。咁嚟講，一定要睇住依個2.4厘。咁依家上網睇到㗎啦，咁晚晚咧就睇住2.4厘會唔會真係穿一個月啊、兩個月啊咁樣穿上去。如果唔係咧，就大家嚟講可能投資嚟講咧。就唔使驚啊，息不二空啦。好啦，咁嚟講，其實咧依個債息嚟講，對一樣有好嘅影響嘅。我依家有條線啦，咁紫色條線咧就係美國嘅十年期債嘅息口，而依個陰陽燭嚟講咧，其實就有個美元嘅指數，跟美金除咗對日元、對英，我哋包埋講一個綜合指數嘅，亦都可以買賣嘅。咁嚟講就美元指數，如果向上咧，美金強，即係港元都強。OK。咁嚟講，見到嚟講，當嗰條紫色線咧，債息向上咧，美金係會強嘅；債息向下咧，美金會弱嘅。咁嚟講，美金嚟講，因為咧美金強咧，香港港元都會強，或者美金弱，港匯都會弱。咁嚟講弱強嘅話咧，咁我哋啲嘢咧咪喺外人眼中就會覺得貴嘅，因為美金計港元即係用美金計啦。如果你歐洲嚟講話，啲嘢冇加價，原來美金計咧就高咗，咁你嗰啲嘢就個競爭力會差咗，經濟會差少少啦。或者做生意難啲嘅，咁嚟講，如果美金跌咧，通常香港咧就有人行，因為港元就會跌，咁啲嘢咧喺人眼中就會平，就買多啲，好簡單呢個 concept 啦 ，OK。所以我哋睇呢個債息，跟住睇翻個美金。個美金點睇咧？都係今年年初嚟講係高位啊，啊104咁上下，最近咧就差唔多跌穿過90都跌穿過嘅，即係美元指數，而家上翻94.幾、95。咁嚟講，如果睇個形態嚟講咧，都係好似有少少危意啊！係咪少少頭肩底咁嘅樣啊？穿咗咁啊！但係講咧，啱啱穿嚟講就唔係真穿嘅，佢睇落少少。哇！如果息口向上咧，就個美元指數真係向
向上啦，咁嚟講，就真係頭肩底就會調整啦。咁嚟講，對樓市有咩影響啊？原來咧有個統計啊，原來將美金嗰個每年嘅變化咧，我哋畫幅圖，藍色線同紅色嘅每年香港樓價指數咧嗰個圖咧，每年嘅變化波動咧，原來咧美金強嘅話咧，大概通常一年或者一年半之後咧，香港樓就會弱啲嘅。美金弱嘅話咧，香港樓咧一年至年半之後就比較強，因為講一定有時差反應，賣樓冇咁快噶嘛，買樓都慢啲噶嘛。咁嚟講咧，如果美金強嘅話咧，一年後嘅樓市就要小心啲。如果美金升唔穿翻跌翻落去咧，或者啲息升唔到上去咧，咁一年後嘅樓市咧都仲係好嘅。咁嘅過往歷史統計啦，咁嚟講我又好似做嗰種財經啦永遠嚟講過往不代表將來啦嚇，可升可跌嚇，唔一定嘅。咁過往係咁啫。我睇咗圖，但上邊嚟講咧，就係、是香港恆生指數嗰個變化。咁嚟講咧，下邊咧就係、是、樓價指數嘅變化。啊，發覺嚟講咧，原來香港嗰、那個股市咧係領先樓市少少嘅。如果股市強咧，樓市就可能，譬如1997年咧，股市向上升啦，樓市係個頂啦。跟住狂冧啦，樓市狂冧啦。咁嚟講緊2007年咧都係噶，2007年咧一個高峰啦，股市跟住股市又上咗少少，跟樓市大插咧又下，樓市會更強。咁嚟講，我哋睇翻嗰個股市同樓市咧係好密切嘅香港嗰個關係。其實好簡單啫，股市好代表經濟好啦，咁樓市梗係好啦。如果股市嚟講咧，股市買賣快啲嘅，好容易撳得掣搞掂啦。咁所以咧一定會跑先個樓市。我哋要睇樓市咧，都要睇股市嘅。咁啊，咁嚟講，頭先講過，原來咧樓市香港嘅恆生指數咧，同呢一個嘅美國嘅債息又好似好有關係喎。咁嚟講咧，就藍色嗰條線咧就係美國嘅債息。陰陽中咧就香港嗰個嘅恆生指數。咁嚟講咧，債息高嘅時候咧，譬如債息飆咗上去咧，港股就跌嘅。債息跌嘅話咧，就港股升嘅。咁嚟講呢個好明顯嘅，即係加息咧，加息不利股市，減息就有利股市。所以我哋要都係睇翻個2424啦，嗰、那個每日睇翻條會唔會明顯升穿，或者繼續喺下跌。OK， 咁嚟講，即係債息會影響恆指，恆指咧就會影響香港嘅樓市。咁嗱，見到啦嚇，一個圖可以見到一樣嘢啦，另一幅圖啦。咁我將呢個咧。紫色嚟講咧，美元指數藍色嚟講就美國嘅債息，同呢個恆指嚟講咧，亦都有咁關係啦。債息升，紫色先啦，那個美元指數升咁嚟講咧，嗰、那個恆指就會跌嘅調翻轉，債息跌，美元弱，恆指就升嘅好明顯嘅關係嘅。其實睇翻個圖。咁嚟講，所以一定要睇個曬息嘅息口啦。咁啊，除咗頭先講笑啦，嗰、那個鴿派啊、鮑威爾咧，但係咪真係人治咗影響咁大咧？其實嚟講咧，其實有得有啲指標咧，可以睇到息口嘅變化，比較得意啊！一個今日我係介紹一個工具啦，就係銅價除以金價同呢個債息咧，係咪兩條線好相似啊？銅價除以金價。嗰、那個嘅就係紅色嗰條線，就同依個美國黑色嗰條線咧債息係相似嘅。點解咧？就好簡單因為咧銅嚟講咧，就你基建啊、工業都用好多銅嘅。咁銅好咧，通常嚟講咧就係經濟好，就會有通脹。如果金 over 金，而金個價弱咧，即係冇乜風險啦，避險啊，金係避險噶嘛。咁你講又經濟好又避險，食口就升啦，係咪？咁我哋睇住呢條線咧，咁啲息口就會升噶。咁嚟講咧，我哋見到咧，嗰兩條線好密切揾留意嘅線。咁我再將條線拆開嚟睇，咁呢個比例嚟講咧，原來咧就啱啱咧最近咧又係試到2.4其實啦，啱啱喺之前個頂嗰度啱啱受咗回落。如果之後如果升穿個位咧，大家息口就會向上。咁嚟講咧，股市就小心少，咁樓市咧可能又要小心少少啦。咁啊，另一方面嚟講，其實咧講息口嚟講，香港嘅拆息嚟講咧，依條紫色線咧，其實近期都升得幾急嘅。
琴日嚟講去到0.8厘，咁而家因為好多按揭用拆息嘅，咁嚟講五月嘅時候咧就係0.35厘，其實升一倍噶啦。咁嚟講咧，咁嚟講其實拆息升咗咧，咁嚟講見到近期咧嗰啲樓市咧開始都有少少受阻嘅。第二咧就係、其實香港個嘅領先指標嘅個 PMI 亦都大家見到睇嘅。咁嚟講咧，因為叫經理採購指數，你做生意咧就叻啲人去做生意嘅。咁嚟講，你係唔係經濟轉壞先至買少啲嘢去採購噶嘛？你覺得經濟好，要買多啲嘢，咁個採購指標就向上嘅。咁所以咧，佢比較領先可以啊。咁每次呢個指標一跌低個50咧，個樓市嚟講咧，譬如呢個2007年啦、2011啦，或者之前嚟講咧，每次跌低咗嚟講咧，都會係個樓市都可以向下嘅。咁大家睇住呢個指標啦。咁啊，有一樣嘢咧，就係發展商即係賣樓都急咗啦，見到貨尾都多咗出嚟㗎，差唔多接近1萬房。所以講大家睇住息口啦。這個就是中原樓價指數圖，最近呢就說跌了 0.7%， 其實是連續兩個月跌了 1.6%。 我們現在看到呢，其實呢已經 有些領先指標呢可以給樓價指數，這個就是香港的地產股分類指數和樓價指數。上一次來說2015年6月就見頂，跟著樓價呢就在9月見頂的。最近來說會不會見頂呢？我們看回，其實呢我們有一些技術，其實呢個周線圖嚟講咧，之前講咧有個背馳嘅 RSI， 亦都有背馳嘅。咁如果呢個地產股指數嚟講，而家就喺個上升軌道啦頂住。如果穿咗呢個地產股指數穿咗頂軌咧，可能樓市嚟講領先指標就會向弱嘅。好啦，咁最後一分鐘啦咁最後我就總結啦。咁嚟講亦都唔使太悲觀，如果真係加息嘅話，咁未必一定加息啦加息嘅咧就睇小心啲。但係講加息嚟講，其實唔係每樣嘢都末日嘅。譬如咧，呢只股票啦，頭先提過啦，騰訊啦，加唔加息都升嘅。因為嚟講咧，科技咧就唔會受到息口影響嘅。第二嚟講咧，依個嚟講咧，息口咧，紫色條線咧，反而講係息口升咧，佢會升嘅。呢啲股票係咩？銀行股，因為銀行股咧，依個匯豐嚟嘅。咁因為加息嚟講，可以收多啲利息嚟講咧，佢係一個賺息嘅生意嚟噶嘛。咁啊，匯豐就好少少啦。咁另一個啦，咁就係小心少少啦，加息嘅有啲嘢唔好投資啦。金就調翻轉嘅，同息口。咁息口咧跌咧，金就升嘅；息口升咧，金就跌嘅。如果大家見真係千一染四嚟啊，三嚟啊，千祈唔好揸金啦。咁最後啦，我最後一個啦，亦都咧因為日元係冇息嘅。咁日元冇息嘅話咧，如果美國加息咧，日元一定跌嘅。咁嚟講，依個美元對日元指數咧向上，即係日元跌啦。咁息口向上就千祈唔好買日元，不過調翻轉頭，日元你可以沽日元啦。有人唔中意沽日元噶嘛，中意買嘢噶嘛。咁買乜嘢咧？買日本股票其實香港有啲日經嘅 ETF。咁下邊嚟講日元弱少少向上咧，日元弱啦。咁日股就升到叭叭聲嘅。咁嚟講可以嚟講就大家可以分享一個息口嗰個關係同講緊投資。好啦，咁頭先時間唔夠啦，咁唔夠唔緊要，我上翻我 Facebook 睇翻頭先嘅嘢啦。好，多謝大家。多謝曬先生，好有兩樣嘢都提醒大家嘅。我哋仲有一位嘉賓啦，康博士會演講嘅。咁呢個時間咧，大家可以攞張藍色紙出嚟咧，寫低你哋嘅問題啊，將頭先嗰位三位嘉賓咧講過嘅嘢咧，你哋有啲咩問題可以寫落呢張紙，咁我哋轉頭有同事過嚟收嘅，咁遞一遞俾我哋同事啦。咁問答環節我哋就按住呢個問題紙解答你哋嘅問題啊。跟住落嚟嘅時間咧，係有請我哋第三位演講嘉賓，基匯集團副主席及行政總裁湯文亮博士，有請。好，咁麻煩大家將電話校到手機或者係靜音模式，唔該曬咁多位。我都唔記得咗自己寫乜嘅，所以唔使睇到啊。咁咧，我嚟呢度咧，我50年前咧就嚟過呢一層樓。50年前呢層樓咧嚟買嘢㗎，呢層樓叫尖飛百貨。尖飛唔知啲人係咪記得啊？尖飛百貨。咁咧50年之後咧又嚟過。咁咧，即係我啊覺得咧，耀財咧係唔係幾對得住你啲客户？點解咧？就佢叫得我嚟遲得啫。你應該年初叫我上嚟講咧，你哋又揾多好多錢。年初咧，我做個預測啊，個股票預測，大家知我講樓啊，不過咧有時要做股票啦。嗰陣時係22點，咁我基金度演講咧，佢問我幾多點，我話今年
一定見到二萬八嘅，一定咯，一定見到二萬八。咩人講？我你今日拍手掌，嗰日俾人噓㗎，真係俾人噓。一定就冇搞錯啊！冇啊，所有數據都唔會，我話數據還數據啊！我哋要睇時勢啊嘛。個樓市咁暢旺嗰時，股市係等緊上嘅，等緊上。所以咧，耀財咧就應該遲咗十幾個月啦。不過有時就好啊，有時。咁咧，我啊澳門出身嘅，澳門大咧就咁咧。嗰陣時咧，嚟呢度白嗰陣時咧，就買件衫俾我師傅。咁咧嗰時咧就嗰個好興咧，叫阿魯叔佢靚，嗰陣好靚嗰時，係幾間大百貨公司啊嘛。咁佢教我點樣賭錢，咁樣賭錢咧就唔使理呢啲人呢啲冇用嘅呢啲。咁咧就係賭錢咧。最近要跟紅頂白，投資都係一定要跟紅頂白。咁咧就嗱，大家知唔知耀財咧？啱啱先嗰度宣布賺咗幾多錢啫？咁你有幾多間證券行可以賺得咁多錢咧？咁你間賺嗰賺錢啲證券行，咁咪賺你錢喎？係賺大市錢噶嘛？咁好似賺咗兩億六千幾萬啊！咁佢話：我預十億俾你啊！你攞得喎，我講下啫，我講下股票就得啫喎，咁樣。咁啊，我話唔使，我話我開個户口仔玩下就得噶啦，即係咁咧就港交所，所以人哋問我而家買股票咧，就只我唔夠膽叫大家賭得好大㗎，就買兩三隻穩穩陣陣嘅，咁咧就慢慢收下息，但係你想買得。即係刁轉啲啦，咁你要問下耀財啲專家啦，阿直上嗰度話，咁佢免費喎，係咪免費啊？免費啊，咁咧就係，咁頭先阿陸生咧講咧，嗰個包偉爾啊，佢係六尺，大家唔知六尺幾高，你頭先望嗰五個咧，有三個六尺高，所以唔識嘅三個六尺高，所以包偉爾咧就大家又唔使咁驚個利息個問題。利息咧係長期偏低咗，而家會追翻少少。包括而一個好夾派人嚟嘅，實證三個之中係最好一個。耶倫咧會加息俾佢多啲，所以大家響股票嗰方面咧，就老老實實升咗已經有六千幾點啦，六千幾點咧係一個時間，佢有做過少少回調。實證佢做咗回調咧，係如果譬如佢跌翻落27,000。佢呢個仲係正常，佢仲正常。如果而家再升多兩三千點咧，佢就會跌得快少少。嗰啲仲唔正常？咁咧嗱，而家美國就係美股就同我哋港股少唔同。美股咧係咁少咁升，幾點幾升，幾日點幾日點咁升，升到咧你冇咗感覺啊，即係萬水煮蛙咁樣。你以為佢一定升，到時一跌咧係會跌得比較深。但係港股咧。升升跌跌，升升跌跌，你有個警覺性，所以大家買股票咧，就港股就好過美股，即係港股大家熟啦。咁港股之中咧，就你抽下。但係頭先咧，我常講抽葉文啦，哎呀，好開心啊，過去賺錢，我就一殼眼淚喎，啊，真係我又冇抽，但我俾影響到，你知唔知啊？因為佢抽高曬啲息口啊！你知唔知佢？佢抽高曬息口，將啲同業拆息咧，抽到去封頂位。平時咧，我 HIBOR 加1.21，我攞個利息 ，HIBOR 加1.21。HIBOR 係幾多？個 H 係幾多 ？H 係0.45。最近係幾多咧？最近係0.8，唔見得0.35%喎，啱唔啱啊？啊，佢上啱唔啱？所以咧。你哋抽到嗰啲係賺錢，可能係賺我啲錢啊，陰公啫。咁啊，所以咧，大家抽到嗰啲咧，一定開心。就請股票咧，我成日講啦，你香港人咧係世界
吉唔中數，世界吉唔中，點解做世界吉唔中數？我話我同上海人講，上海人講咧就咧上海人話，我只能夠做到中國吉唔中數，美紐約咧做到美國吉唔中數，香港咧就係世界吉唔中數。香港即係世界吉唔中數咧，唔係話好似新加坡咁，淨係區區域少少少少識識股票啊。投資啊，其他人咧淨係做服務性行業。香港唔係香港咧，係差唔多好多好多人都識投資，識投資。因為咧，如果你個人唔識投資咧，女人咧個腦嗰個腦筋唔得清醒，腦得唔得好嘅。好啦，投資之中咧，股票咁啊，我有外外幾行啊，不都叫做賺到錢嘅。但係反而我內行嗰啲咧，我唔掂嘅喎。我咧由細搞到爆煲咧，成日都錯嘅。但係錯都好多人聽我講嘅，一啲人咧就聽我點樣錯法啊嘛，點樣錯法佢話頂白呢個錯法。咁咧今年咧就係、是、上半年即係、就是、年初嘅時候預測咧，樓市先升後跌。咁咧上半年一定升嘅，下半年咧就會跌。咁咧而家都好似嚟緊做緊個勢，真係會下半年跌。咁下半年跌咧有幾個因素喺度。利息係其中一個因素，不過影響唔會好大住，因為佢仲加少少。另外因素咧就係供應會好多，供應咧就新政府啊林太嗰呢個政府咧係大致上解決咗供應問題。咁咧我哋咧唔好聽話以前阿 CY 講咧，我未來十年咧係有48萬供應，唔使聽咁遠嘅，就係講私人樓咧。每一年咧大約要20000個單位，20000個單位之中咧。有12000個咧由補地價得翻嚟，有4000個咧就係、是、由一鐵一角，有4000個招標。如果呢20000個單位咧落到市場咧，個供應咧就會好穩定，樓價亦都好穩定。咁咧，等林太除咗喺呢個私人市場嗰度咧，亦都喺公屋市場或者資助房屋市場嗰度咧做好大功夫。第一個功夫咧就係、是、首次上車盤可能去呢個城市。因為咧就因為好多人回流翻嚟，佢哋揾到係好好職業咧，但係唔夠首期。咁咧第二咧可能會即係少啲首期俾佢哋買到樓。第二咧就係綠置居，好多人鬧嘅綠置居咧，實質我覺得係唔錯嘅。因為而家整個物業市場最可憐嘅咩人咧？我唔知呢度有冇啊？就係、是、公屋富户，公屋富户咧就最可憐。而家就講緊咧就是。而家講緊你要交，唔係交雙倍或者三倍租金呢個問題，係要你離開呢間公屋度。咁離開公屋度咧，但係出面個私人樓宇市場同埋呢個新樓市場係咪咁貴咧？好貴。咁你變咗你逼你買貴嘢。咁如果嗰個綠置居咧，綠置居成功咧，咁你可以買翻綠置居嘅屋。咁綠置居一定有個折讓。咁我哋叫呢個計劃做。一等於一加一，一咧一即係起一個房屋出嚟咧，跟住咧就有一個人上到車，即係買到樓啦；另一個人上到樓，即係可以入輪入到公屋。咁越嚟越多咧，如果呢個計劃成功咧，就啲人就快啲上到樓，亦都快啲上到車。所以咧好多林太講呢、這個嗰、那個嗰、那個綠置居咧，好多人反對。我話反對人冇乜 point 喎，即係冇乜點喎，即係咪好似神來之筆，説筆個筆啊，個筆 no 個筆嚟反對？咁我覺得咧就係為反對而反對。咁第三咧就係白居易咧就憑咗白居易嗰個政策咧，第日會即係由白表政策嗰度白表。繼續買入屋，第二我想賣走咧，因為恆常化咗之後咧，可以賣翻俾白表人，咁咧就呢、這個居屋市場咧，以後咧就唔會有人補地價噶啦，或者好少人補地價。咁我頭先講嘅就係、是、澳門大，但係澳門大咧就係、是、最緊要你投資咧假嘅講咧，你最緊要識得跟紅頂白就得啦，識得跟紅頂白咧。即係差唔多唔使啲組嘅人有啲燈喺度乜？咁我咧，我師傅咧就問我讀我學道嗰陣時，我問我師傅點樣可以一定贏錢到出嗰度？佢話頂白啦，頂白一定贏嘅，不過咧好陰質㗎，
點樣做呢？就朝頭早五六點鐘咧，就喺啲賭場度咧，睇邊個輸到頭都呆曬啦，五尺後純白啊，咁樣咧，咁你就擺佢對面就得噶啦，擺對面就一定贏啦嚇。咁啊，咁輸落，哦好啊嚇。咁跟紅咧，跟紅咧佢話跟唔掂啊，十個之中九個半都輸，點跟咧？佢得一得半個人贏，點跟仲嗰半個人贏咧？係嘛？啊？問題喺呢度啦。問題今日我比啊，比上個禮拜仲大。你哋一定贏，呢、這個就係、是、你跟一個人入賭場，無論佢買莊定係買閒，佢買大你買細，因為有九成半都係輸噶嘛。有你咪你調翻轉，你有九成半會贏，所以跟紅都跟紅頂白係睇點樣執靚嗰條數。咁咧，如果買股票咧，就跟紅。跟姚財買買樓頂白一定同我反對咁啱嘅，多謝各位，多謝。湯博士留步啊，因為咧，我哋跟住落嚟會有三位嘉賓啦，係做一個 Q&A 嘅 section 啦。頭先都收咗啲問題紙，我幫大家問一問問題啊。湯博士係咪完咗呢度就要即刻走噶啦？係啊。咁我啲問題問咗你先好嘛？好啊。好，咁你攞住個麥先啦。係 Edmund 同埋陸生，好，唔該曬。嗯，好啊，好啊 ，OK。好，等佢坐低咗先啦，唔該。人都有個麥嘅，大家可以有啲意見隨時發表都得 ，Edmund。好，湯博士有位現場的朋友想問咧，即係如果想投資啦，英國物業做一個退休的用途，有冇咩啟示喎？黃先生想問。英國物業。英國物業咧就有冇研究？早年咧嗰陣時咧脱歐之後咧，我都叫人唔好投資英國物業嘅，真係。英國物業咧就即係寧買當頭起，莫買當頭跌嘅喎。因為英國物業咧就匯水就跌咗，匯水就跌咗，樓價跌咗13%-15% 啦，豪宅。咁啊，而且咧歐洲個法例咧，你即係去保障啲租客咧係好嚴謹嘅。咁我認為咧就無需捨近圖遠，除非你話好買得好大。但係我好多朋友咧一支一支咁喺英國買啦，而家都。即係唔敢講話焦頭爛額啦，不過都叫如果話，唉一句説話，如果當日冇喺呢個買嘢，留翻香港買，梗賺多好多錢，賺多好多錢。所以咧，仲有咧，英國咧就物業咧就係好多嗱，好多時咧，你即係退休保障啦，就係多數租俾人啦。佢租咧就係十年嘅，十年，即係五年之後咧，你唔好以為係加租喎。五年之後可能會減租嘅一個五年之後減租，減10%-20%，譬如而家係$10,000，五年之後咧續租成$80，因為點解佢就講呢個物業咧係夠咗噶，我唔使你翻新，我唔使你做，咁十年之後咧一定走噶，唔該你重新去做過曬啲嘢，重新做過曬裝修，所以咧我覺得咧就如果除非你真係口熟，咁我覺得咧就係一個樓宇咧。就唔值得投資住，一佢都匯水，二佢根本係跌嘅。第三，佢受制於歐洲咧租保護主義啊，嗰啲租客係好保障嘅。咁咧，就我覺得咧就唔係好值。第四咧，我都見到即係好多同行咧喺嗰邊即係輸咗翻嚟嘅，輸到焦頭爛額。即係我覺得佢哋大把錢輸啦，冇所謂，呢度無謂輸咗自己啲錢啊，係嘛？所以就係投資翻香港。先擺下股票度先，適當時候我叫你投資買樓，適當嚇跟下許 Sir 買下股票，跟下成先嚇。多謝。好，跟住就問阿 Edmund 嘅 ，Edmund 今年睇好邊個板塊，同埋點解覺得個市會支持去到32,000嘅咧？嗱，我自己就咁睇啦，就點解嗱？首先就答咗第二個問題先，咁點解覺得話即係好即係唔係話好神啦？即係點解會睇到32,000啦？咁我自己同2015年去比較翻先啦。嗱，2015年我哋叫大時代啊嘛，大家已經清楚。
咁大時代最高嗰陣時個成交你知乜嘢？28,500+，頭先提咗我同你大家講過啦。咁但係當時嘅成交你知乜嘢啊？係2,980多億嚇。咁而家嘅成交幾多億啊？叻極都有1,000億啫嘛。咁所以咧，未去到你叫我咧，就係、是、未去到即係、就是、全面炒嘅。其實大家應該知嘅。大家如果你知道揸住咧，揸住咧應該有好多人問我啊，揸住啲。哇！揸住個建行啊，揸住啲中行啊，唔喐嘅。啊，港交所啊，甚至乎港交所啊，頭先我同阿湯生都睇到嘅港交所都係未喐嘅。原因咧就因為其實今次咧個牛市，即係我哋叫牛咧係叫慢牛。慢牛嘅意思咧就係話你會發覺咧，其實今年帶動個股市升嘅，當然又話騰訊啦、股王騰訊啦，就是、科技股啦。咁啊，同埋加上國內房地產股，咁你見發覺咧，佢好有秩序升嘅，即係唔係話嘣一聲一窩蜂升咗升曬上去，或者嘣一聲跌翻曬落嚟，唔係嘅。咁佢突然間話好有節奏調整嘅，即係一喐完一飯，咁就另外一飯。咁而家你發覺咧，近期咧就近期就會升翻啲傳統嘅銀行股嘅，即係甚至乎呢個早兩日咧2328啊嗰啲又甚至話財險啊、平保啊，甚至中國人壽啊，都開始升翻。咁你發覺咧，同埋咧上星期咧就 keep 住有1,000億嘅啦。咁咧我哋叫做如果佢話咧，點解我會覺得話慢慢上咧？其實28,800多點，仲有個水位咧就真係未去到，真係嘣一聲去到接近，因為去到創翻個成交嘅新高啊！即係你話有冇希望去到2,000點或者點啦？其實我覺得不排除的，因為可能性是有的，因為你要知道啦，388港交所其實個股價是200多蚊噶嘛，咁相對就佢一成為十大成交之後咧，其實個成交力相對地會帶起咗嘛，呢樣嘢係其中一個原因啦。咁第二樣嘢咧就話你而家發覺咧就話點解會去到32,000點咧？就係、是、啦，其實港股咧你會發覺，當日話美股不斷咁創新高，但係港股你發覺第二支係冇受惠嘅。咁點解咧？就係、是、其實你聽翻嗰樣嘢咧就話北水啊，即係叫北水嗰樣嘢啊！今日北水冇乜入啊，甚至乎北水咧流走啊！你發覺個股市咧係落翻去800億到600億到，咁啊！但係咧聽到話北水湧入嚟咧就過千億，甚至乎北水炒啲咩板塊？好似琴日話喂炒只981啊，即係嗰個中心國際嗰啲，基本上係好難炒嘅股份，你都發覺喐咗嘅，即係證明咧個大市咧係以北水為主導嘅。咁大家其實除咗留意即係當然話留意個股市嘅走勢之類啦，咁同埋要當然要留意埋北水狀況。其實你問我而家呢個世代咧，就係 A 股嘅市場影響得港股會深遠過美股嘅。咁美股即係話可能係一個叫錦上添花，但係 A 股大家要留意，拭目以待嚟 A 股咯。咁同埋 A 股喺今年2017年咧，其實冇乜點喐過，維持喺3,000多點嘅，大家應該清楚。咁但係咧去到第四季咧。2017年嘅第四季，你發覺佢開始有喐嘅跡象嘅，咁大家拭目以待，留意一下呢樣嘢咯。咁至於你就話譬如話有咩利淡因素會出現會係支持唔到去32或者更高嘅，或者係突破水平或者出現調整咧？其實講嚟講去，而家大家最擔心嘅就係北韓玩一下，逢禮拜日咧佢又走咗撳兩阿肥仔走咗撳兩粒飛彈，阿林咯得喎OK 喎喺個海度跌咗落去喎，但係你又唔知佢幾時一撳嘣一聲走射咗去日本，咁啊真係大件事嘅。咁但係問題話你要知道阿金仔佢都係老實講佢係玩嘅啫嘛，咁啊相對地咧照計佢都係冇著數嘅嘢，佢唔會做嘅，純粹嚇一嚇嘅。咁我自己所以咁睇都係純粹玩下嘅啫。咁所以我會繼續去睇到係話慢慢去上翻去突破32嘅水平咯。好多謝曬 Emma 啊！你下一條問題咧問陸山嘅，想問樓價嚟緊一年點睇咧？而家可唔可以買樓定係等跌多少少先買咧？美國利息喺未來一年升幾多咁樣咧？我覺得買樓咧就要分開兩樣嘢睇啦。究竟你係住啊定係投資啊？咁好似阿湯 Sir 話就係咁。你如果住嘅，你唔住都要買樓去租樓啦 ，OK？ 但係買樓投資嚟講，通常咧第二層啊，你好多人咧，好少人啦，就係買層去收租，自己去租層樓，好少人啊。咁我有啲朋友會 OK。咁你講，但係而家你買第二層樓嗰、那個已經係俾嗰個印花税啊，嗰啲 part 可能30%。咁你講你而家收嘅租金個回報嚟講，緊係兩厘，即係講咧有成差唔多10年嘅租金俾咗佢。如果你講收租，真係講唔過去啦。OK， 如果你真係睇好樓市嘅，如果係投資嘅，我就如果你覺得樓領上嘅話，就不如真係買一啲嘅房託啊，好似領展啊，或者係講買啲even 好似恆基啊都幾好啊，破咗呢個
收租股啊，或者地產商樓，你可以升10% 已經走。個意思咧，譬如你係買嚟賺租金嘅，好似你做租金嘅，你升20%。咁嚟講，如果真係大家銀碼咁大嘅話咧，你已經係可以講夠你交10年租啦。如果唔加租嘅話，或者有啲人話買樓有槓桿喎，其實而家世界嚟講咧，槓桿嚟講好多花款嘅，未必係一定係孖展，大家嗰個好恐怖嘅物體。譬如而家就算你買恆指嘅200盈富都有叫做 double 孖展嘅 ETF， 咁啊 recall 你孖展嘅，咁佢根本嚟講。咁嚟講，你譬如今年嚟講，恆指升咗30%，你用呢個叫 ETF 即係雙倍槓桿啊，咁你唔會 call 你孖展嘅，咁已經等於升咗60%。可能嚟講已經跑贏你買個騰訊，但係講你又未騰訊時候你只知啦。如果講睇大市嘅，譬如阿許常話32.2%，而家係28,000，咁嚟講仲有成10%啦。如果依個係 double 嘅 ETF， 其實都幾穩陣啦，因為唔使補孖展，如果跌咗咪再補一轉咯。咁嚟講已經係30%，咁嚟講除咗買得出，咁嚟講又唔使話要俾經紀啊，唔使印花税啊，又唔使話即係講層樓有租霸啊之如此類，即係講其實嚟講好多選擇咯。咁我覺得投資嚟講咧，暫時個直播率比較低啲嘅物業。咁嚟講而家住嚟講咧，湯沙華啦，即係有能力嘅，咁嚟講又唔想淨係揼嚟揼去啊，寬免嘅話，咁嚟講另一個考慮啦。我都喺度賣下廣告啊！頭先啦，陸生講嗰個孖展咗兩倍嘅 ETF 啦，我哋下個禮拜六就有個講座，11月11日星期六喺灣仔分行會有呢個講座，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啊，跟住咧就想問翻啊湯博士嘅，因為其實咧我哋個問答環節啱啱已經完咗噶啦，但係問題太過熱烈啦，所以加開咗10分鐘。但係咧都三位嘉賓咧可能要講快少少，因為想盡量答多少少問題嘅。Evelyn 都想問啊湯博士啦，有咩股票可以長期持有嚟到收息咧？你揀嗰啲啱可以持有息整股票咧，係唔係俾你炒嘅？原則上係俾你長期持有啊。不過咧，你獲得一個有時佢急速上升嗰陣時咧，你係放下去收下現貨，唔係話你個你心態咧，你投資股票咧唔係諗住即日先啊，你即日先心態咧你輸緊嘅。係。你諗住長期持有，即使咧一個適中，因為適中咁咧，你就買股票跌咗都唔緊要，但係你睇你個適中透明嘅，你買大，哇原來得8%喎，你唔開佢咯，你唔開佢唔好輸啦，係嘛？嗱咁你譬如你買股票跌啦，咁等佢贏你先開佢咯。嗱股票但係你原則上咧就股票係長期持有，但係當你見到有時有一個利潤，即係扭得一樣，你有一個合理嘅利潤，合理回報，咁你放咗去。之前啲人知道你係港交所大好友，跟你賺錢喎，而家有邊隻可以跟你揾食啊？冇，唔係都係揾人啲啲匯豐啊啲，實經點解咧？嗱，頭先都講咧，譬如騰訊嗰啲咧，佢升市咧，而家個點數咧，騰訊指數好多都係歸納咗騰訊創造出嚟噶。咁其實咧，真係好多大藍籌股咧，係嗰個亦冇變化到嘅。實經呢啲係追落後，你到時追落後嗰時啦，到時你先話，哎呀，早知買啦，唔好講早知，而家講咗佢聽先，咁就冇早知噶啦。湯生，我都係股民嚟噶，388買得過咧，其實我哋個個股民都想跟你揾兩餐㗎，大佬。唔係388咧，同一個數字掛鈎嘅，同佢叫1000億掛鈎。咁2014年嗰時咧，阿葉生同我嗰時，我同佢講話，388，不過咧就係一定要1000億，1000億個 turbo 引擎嚟，一開咗個 turbo 引擎咧。即係就會著嘅，當然唔係一兩日嘅，冇用嘅。嗰陣時啊，葉生係5億孖展你買嘅啫喎。10億孖展，唔係孖展啦。乜葉生佢話收你10億俾我㗎，佢又教我。嗰陣時我一段時間即係見到耀才都抱緊我行過，兜圈啦，兜路過咩？捉住我上去，咪點樣用啊？真係我而家都想捉住你。咁啊，覺得即係而家股票咧，就係你實際好多藍籌股咧。即係太過偏嗰陣，我真係唔識。好多藍籌股咧，真係仲係好低買，同埋佢超值嘅，佢超值。咁咧就，但係要聽啲專家分析下，即係接近嚟講咧，差唔多所有藍籌股都好低買。嗯，好明白。問翻一問。即係簡單啲嚟講啊，阿湯生話，如果 keep 住1000億咧，港交所個 turbo 就嚟嚟㗎啦。係啦，咁大家啊，嗱俾咗料你哋㗎，其實你嗱呢幾日其實連續3日已經接近1000億㗎嘛，阿 Stanley。有1000億喎，上個星期係咯 ，keep 住㗎啦，大家拭目以待。
好啊，問翻 Edmund 咯喎。呢個問題其實阿 Edmund 都答咗啊，係睇恆指嚟緊去到咩位？32,000啊？繼續其實你上個星期就係上我頭先都講過啦，係無端端話咩股災30周年，砰一聲跌咗500多點之後咧，其實上個星期咧又收復失地，又上翻2,800,800嘅。咁而家個關口咧就係開始上個星期基本上炒翻啲傳統股噶啦，即係大家開始有份噶啦，即係唔好話淨係得騰訊威曬啦，即係大家可能揸住啲銀行股啊，甚至乎保險股咧，平保嗰日都升咗好多噶。開始有你哋份㗎，加埋隻港交所投資阿湯生都話再嚟有推保嚟嘅，咁我會咁睇啦，即係當然話嘣一聲咪到32,000唔係嘅，就可能唔會500咁睇咯，即係而家28,800，下一個位就29,300，29,800逐個慢慢推上去啦，即係每500，咁有機會係每個板塊慢慢推㗎啦，咁留意住啦，咁自己睇科技會繼續好嘅，不過就冇可能冇頭三季咁快嘅，咁但係我希望大家股民都笑呵呵啦，即係千祈唔好淨係得科技股好曬啦。希望你哋揸住股份都財色兼收啦，好唔好？陳生就係想問 Edmund 咧，而家佢自己好睇好券商股啊，有冇咩好嘅券商股介紹啊？陳生真係識問啦。咁樣睇嘅，就咁樣睇嗱我哋咧，我哋券商股咧就跟住個大佬，那個大佬咧就叫港交所，係啦，嚇，呢個阿陸生講噶，嚇，咁博士頭先都問我哋賺幾多話，係啊，券頭先阿湯博士自己講嘅，但係因為我站喺我嘅身份咧就比較尷尬嘅，咁就但係問頭咧，我哋永遠跟住個大佬就港交所，港交所好咧，其實你會睇翻啲券商股會好嘅。券商股會跟住好，其實你哋睇得翻嘅，你發覺無端端300咧升3-5元咧，其實你會發覺好多券商股會跟住炒嘅，同埋有少少 leverage。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當然你哋選擇券商股嘅，當然係要睇個實力雄厚、客户群組多，同埋不眠不休，鋪位多啦，即係講我咁樣講啦，即係當然係其中一個選擇啦，亦都係話最緊要係嗰間券商係帶俾你優質嘅服務嗰啲券商啦，咁其實其他不乏其他券商咧都係有吸引性嘅，不過真係要睇住港交所去做啦，你信我啦，係啦。好啊，問多個陸生嘅問題啦，蕭小姐問啊，你估五年內樓宇價格會點樣變動咧？五年啊，因為2018年啦，太遠啦，係咪五年？不如問埋湯博士同阿陸生好唔好啊？我不是專家，我都是話睇實嗰個息口啦。咁嚟講，其實咧，因為今日比較急少少啦，其實幅圖咧，香港樓價咧，其實一個指標真係跟到十足十嘅。香港嗰個叫做實質利率，就將個利率減咗通脹，因為而家我哋咧買樓嘅話，因為存款低啊嘛，息口啊嘛，咁嚟講通脹又高過存款啦，因為咁如果有一日咧睇翻減咗嗰個相差嚟講係正面嘅咧，咁通常嚟講咧就個樓市咧就比較慢下嘅。咁嚟講咧就都係睇翻嗰個24、24啊，息息上啦。咁嚟講咧，如果佢係晾住2.4嚟，或者想個3年樓上咧，就樓咧就避一避啦。但係如果避嘅時候，咁嚟講啲樓價跌咗，那個腰又上翻嘅話咧，就高翻呢條數咧，即係我唔想答一個5年後嗰個一個即係動靜態嘅答案啊。一個動態集答案嚟噶嘛，因為而家你收咗係2厘，咁嚟講你個個債息係2.4厘，咁其實大家打和冇乜著數啦。即係如果我係一個大户，我買美國嘅債券就收2.4厘，香港嗰、那個息口買曬層口就係收2厘幾，咁嚟講其實即基本上冇乜動嘅，以大嘅角度嚟睇，除非你話好多資金湧入嚟啦，咁嚟講巴黎還唔係？但係如果個樓價跌咗而租金升咗嘅話，去到3厘嘅話，而債息係漲翻2厘。其實咧亦都比較複雜嘅，喺香港大學咧有個叫周廣明博士咧就做過一個研究嘅，用咗40年嘅數據。咁嚟講咧，總之係香港嘅租金回報率高過美國嘅十年債息咧，一嚟咧就一定跌到如果債息高過香港嘅租金回報率高過一厘咧，就跌到阿媽都唔認得嘅。如果低過一厘嘅話咧，即係個回報率就升到阿媽唔認得嘅。如果嚟講兩個相差咧，譬如而家咁嚟講咧，啱啱。現在這樣的水平維持的話呢，基本上可能就會比較牛皮一點，或者是說估下啲樓價四叔或者李嘉誠說上下10% 波幅，如果是維持這個水平的話，這個動態就是我們不應該說五年之後會怎樣，而一年之後的息口變了，然後租金 又變了，沒有可能說不變的嘛，那樣東西大家都大家看不到，就是每天看著租金的回報率和
同埋美國個債息，咁邊個高？啊，個差距幾大？跟住就做嘢咯。呢兩個問題都想問湯博士啊，你覺得邊區嘅樓價最有升值潛力啊？仲有一條嘅，你答咗呢條先。住宅還做乜嘢？住宅啩，應該樓宇啦。高位後面有啊，高位博士。喂。實質咧就呢個問題，我係答過好多次嘅，但好多次咧就係即係越嚟越準啦，越嚟越準啦。點解咧？就我成日都話咧，係西區嗰度，西營盤嗰邊咧，即係堅尼地城嗰邊咧，就嗰啲樓價最值得去買啊！我自己都買㗎，真係我做乜？咁點解咧？就係、是、因為始終係投資物業都有生同死嘅，即係譬如而家嗰度筲箕灣嗰邊咧就比較。即係封閉少少，冇路去。嗰堅尼地城嗰邊咧，堅尼地城啊，同埋西環嗰邊咧，又有港珠澳大橋啊，又城一邊嘅嗰邊。而家咧就如果或者大家冇留意咧，就係而家嗰邊好多外國人喺度住。係啊。咁啊，即係實情過去幾年㗎啦，已經係香港外國人，尤其是法國人同俄羅斯人咧，因為我哋好多物業都係租俾鬼佬嘅，好多法國人同俄羅斯人嚟咗香港，法國人咧係多咗好多。咁咧好多人咧就係、是、以前喺新加坡住或者新加坡做嘢嘅，而家嚟咗香港做，咁好多咧就係、是、住咗喺堅尼地城。咁堅尼地城啊，或者灣仔星街，甚至喺呢個係拍賣地。咁啊咁啊綜合幾樣咧，而家堅尼地城咧，佢嗰啲租金比較平咧，佢上個位咧比較好。如果你買嚟住咧，就係、是、個。真係好靚喎，位置，尤其是我成日都好恨嗰個叫宏都啊，宏都啊，我要去我睇過啦，係啊，即係想買咗落嚟真係好好靚，睇住啲水翼船咧。如果大家即係有考慮，如果我真係置業喎，咁去揾下咯，一做有煙花景嘅喎，永久海景煙花景。宏都啊，你講嗰個係啊。係啊，我哋仲有一個問題啊！一個啱啱做嘢冇耐嘅年青人，對於置業問題好苦惱啊！冇副幹點算好咧？即係點樣先可以成功上車？有冇建議啊？冇副幹啊！係啊，真係呢個都係我心聲，心聲好多人嘅心聲。冇副幹就苦過，有心機做嘢，我哋又上車，即係咁啊！就係我嗱呢個咧就唔係年青人個能夠所能力所及嘅。係政府能力所及，咁我成日都提議咧，就由首次即係第一次買樓嘅人咧，政府應該降低佢要俾嘅首期，降低佢首期，即係呢個首次上車唔使同你起樓，俾佢哋首期，咁已經足夠啦。咁咧，所以咧就因為好多年輕人，即係我都聽呢個問題唔少，係有10-20% 首期，但係如果支持父母度支持嗰啲年輕人上車咧。就真係要小心一樣嘢，就係話，譬如而家有好多15% 就可以上車啦，即係買啲新嘅15%。如果做老豆老母嗰啲咧，就咁俾15%，啊你上咗車，咁好危險，好危險。但係如果你話嗰一層樓要俾40%首期，嗰仔又俾20%，做老豆嗰人唔怕俾另外20%，點解咧？因為嗰20%佢儲到翻嚟咧，即使有供款能力，如果老豆俾曬啲錢咧，15% 上咗車佢守唔到噶。佢守唔到嘅，所以咧做父親而家有壓力嘅。買樓嗰時候，你老豆冇幫你，但係到而家你要幫你個仔。嗰陣時你可能仲要俾家用添啊！而家做老豆，你可能嗰陣時買樓嗰時候你要俾家用死蝦，就而家又要幫個仔買樓，辛苦啲嘅，辛苦啲嘅。而家如果老豆0%咁點搞啊？如果老豆係0%俾到個仔女咧，個仔女點搞好咧？咁啊！係啊，遲得滯啊，都覺得遲得滯啊，咁下次真係 Edmund 都要幫幫手啊，真係，好，跟住咧就提一提大家咧，我哋有張黃色紙啊，因為都有啲朋友咧係啱啱先嚟嘅，有張黃色紙，大家可以填一填啦。咁填完呢個問卷咧，就幫手撳個掣 like 我哋 Facebook 啦。跟住係留喺原位，我哋有朋友有同事咧就行過嚟啦，就會俾張麥當勞現金俾你哋嘅，多謝曬啊。跟住
接落嚟，我哋有請我哋第四位重量級嘅嘉賓，盛匯商圖基金創辦人及行政總裁李根興博士，大家有請。係，李博士，大家覺唔覺得李博士個樣好熟口熟面啊？好靚仔，好似彭于晏喎。通常啲人下一步就講話，下一句就話似彭于晏，不過佢型好多，我完全冇得比啊。唔係你型啲，你啲投資鋪喎。喂，大家咁樣樣，咁伶仃嘅掌聲，又冇乜心機講嘢喎。同埋咧，橫掂係你知啦，香港人好冷漠啊，真係好冷漠。坐在你旁邊的人呢，坐了成兩粒鐘，可能你連打聲招呼都沒有打過，不如這樣啦，打聲招呼跟旁邊的朋友握下手啦，姓什麼做什麼都好，打聲招呼先好嗎？好。喂，打啦喂，旁邊的朋友打聲招呼先，冷漠的，佢霸咗位咗。啱啱你知唔知啊？現場呢度咧派紙巾，我唔知點解無啦啦坐喺度派盒紙巾俾我，即係派盒紙巾俾我咧，我諗可能真係應該俾佢流下眼淚，應該流下眼淚啦。賣股票又升，賣樓又升，賣工廈升，賣商廈升，中環中心有幾百億賣咗，賣車位又升，賣骨灰龕位都升，唯一一個你仲睇生睇報紙成日見到大蝕陽係咩啊？好啊，真係流曬眼淚。一講起鋪嘅時候，而家好似過街老鼠咁樣。李根興，你講鋪有冇講啊？全部都好多蝕陽個案啊，大幅減租啊，呢樣嗰樣嘢。所有投資類別過去嗰幾年啊，你掂親，如果真係可以大嗨嘢嘅，我諗唔到邊個，除咗鋪，除咗鋪，又好在啱啱阿湯文亮博士啱啱走咗，佢話請得佢嚟太遲。我又覺得可能請得我嚟啱時候啊。因為咧 ，pose 嘅時候咧，有好多真係好多好蝕陽嘅個案，同樣地有好多賺錢嘅個案。不過咧，講鋪咧賺錢蝕錢嘅時候咧，我咪考考大家鋪嘅知識，因為鋪咧個 discrepancy 好大嘅。樓咧，股票我唔知道最多升幾多倍，但係如果講物業層面嘅時候咧，你有冇聽過一個車位樓最多升幾多倍？知唔知啊？升樓升幾多？升幾倍？升十倍？升廿倍？好犀利啊！升一百倍好勁啦！1000鋪咧升起嚟嘅時候咧，香港紀錄係升咗1600倍，哇！係羅素街同埋波斯富街交界 Rado 嗰間嘅鋪，英皇買入3.8億度啦，大概咁啊，係香港紀錄升咗7600倍，而呢個唔係一個個別嘅例子，有好多好多個鋪都係升幾千倍、幾千倍、幾千倍，經常見到嘅幾百倍嘅鋪，普通嘢升幾百倍，但係咧又好得意喎，我哋而家喺呢個佐敦嘅廣場呢度，喂，佐敦呢度啦。佐敦廣場有叫做薛家賢啊，買了一個嘅鋪，1992年買入，佢買入嚟咧，大概差不多是280萬買入，賣翻出去幾錢？知唔知啊？揸咗24年之後，賣翻出去大概20萬啦。280萬賣翻出去大概20萬，即係話蝕足90%幾。尖沙咀嘅首都廣場蝕90%幾，荃灣嘅咩地王廣場好多都蝕90%。你要發覺好多嘢，你買層樓翻嚟咧。你要蝕到90%幾咧，你要將佢變成空宅，成家人入邊命案煮熟曬藏屍都好咧，層樓都唔會跌90%嘅。但係買鋪一買錯鋪咧，係可以蝕得好金。最貴嘅樓嘅時候咧，香港尺價幾錢啊？香港樓尺價幾錢啊？香港尺價嘅時候我唔知啦，幾千蚊一尺，去到10000蚊一尺，去到山頂獨立屋嘅時候10-20萬一尺啦，頂曬籠。但係咧最平嘅樓幾錢咧？你發覺樓同埋鋪好特別咧，樓咧平嘅時候唔係又係幾千蚊尺咯。咁我估香港冇乜幾百尺嘅樓係嘛？幾百蚊一尺嘅樓喎，意思幾百蚊一尺嘅樓，我冇乜點聽過啦。但係鋪咧，你發覺平起嚟嘅時候咧，冇成交嗰啲咧係冇成交，成交咗舉個例子喺深水埗天悦廣場嘅時候咧，成交咗一個波樓，平到係講緊2300蚊一尺。貴質嘅鋪就講緊係137萬一尺，又係去翻銅鑼灣 Times Square 嘅對面。所以點樣買鋪呢？你買啱鋪同埋買錯鋪咧，係爭好遠。股王係邊個？香港？唔係人啊！我講人，邊個係股票王？人，股票王人邊個？好似唔係聽好多。樓王邊個係樓王嘅香港？邊個？我都唔係聽好多。邊個係鋪王？鋪王我冇知㗎。鋪王有你發覺咧，成日聽到鋪王，因為鋪王咧，佢哋買啱個位嘅時候咧，就講你真係爆升得好勁啊！考考你，
呢一檔呢一間鋪，呢一間鋪嘅時候咧，咁而家賣出街，我唔知值唔值錢啦。但咧有兩類型嘅鋪，一間鋪叫做茶餐廳，另一間鋪叫雜貨鋪，兩間鋪都係賣3000萬。香港所有嘅鋪，如果你睇翻個成交，每個月嘅成交金額除翻成交嘅單數咧，每間鋪平均3000萬港幣，3000萬就大概係一個 rough idea 啦。多則嘅時候咧，就每個月可能講緊300-400單成交；少則嘅話，就每個月只係少到20-30單成交嘅啫。但係而家就 keep 住大概80-90單成交，總之就係每間鋪除運嘅時候就3000萬港幣一個。好，考考你，有兩間鋪，一間做茶餐廳，一間做雜貨鋪，兩間都係3000萬，一模一樣位置，所有大細一模一樣，你買邊間？有幾多會買茶餐廳？茶餐廳。有幾多會買雜貨檔？買雜貨，點解買茶餐廳？因為跟咗學嘢啊嘛。因為跟咗學嘢，點解先？原因？你話有税啊嘛。因為有牌 ，OK？ 茶餐廳要出牌，雜貨鋪唔使出牌。一間茶餐廳咧，普通一尺咧，你要去裝修，通常啊，一個入出牌嘅鋪頭咧，你會發覺，如果佢要由 A 鋪搬去 B 鋪，即使你夾硬加租加佢30000蚊啊，夾硬加租加佢30000蚊，一年咧佢就要俾多36萬。兩年嘅租約咧，俾多72萬，三年嘅租約就俾多100萬咁啦。但係佢會諗緊啊，如果由 A 鋪搬去 B 鋪一間嘅茶餐廳，佢每尺要重新裝修個生財工具咧。香港而家講緊每一尺嘅茶餐廳，翠華咁啊，本普通嘅裝修講緊2000蚊港幣一尺，即係話一間1000尺嘅茶餐廳要花200萬嘅裝修先至可以開始去營運。咁佢諗緊啦，一係就硬掘，每個月掘多30000蚊租金俾你，或者咧就搬去側邊間鋪，要使多200萬 upfront 都唔知道生意好唔好，同埋兩邊交租流失員工，好多問題會出現嘅喎。咁先咧有出到牌嘅鋪咧就值錢啲，但係如果普通一間嘅雜貨鋪，雜貨鋪就咁由 A 鋪搬去 B 鋪咧，唔使任何嘅牌照咧，就你加佢租咧，佢條氣唔鋸咧就搬嘅。好，睇睇呢間鋪，呢間鋪可唔可以出牌？哦，呢度開間茶餐廳得唔得？大家知唔知啊？呢度樓上開間茶餐廳，我而家走去買耀財呢間鋪，當呢間鋪當呢一層咧1億，當耀財係咪自置物業啊？我唔知係咪，當唔係 ，OK， 當唔係先。自置物業冇得講啦，咁佢唔會走啦。但係你發覺，如果耀財當呢個係租嘅，我加租，我加耀財租，耀財會點？耀財會走，因為點解咧？耀財喺度開呢個嘅股票行嘅時候咧，係唔需要任何嘅牌照，佢唔鋸咧就走咗去啦會上。但係如果呢一度係攞正牌，我當呢個係一間老人院。佢搬走咧唔係咁容易搬走嘅，佢老人家點辦啊？點申請啊？搞個牌照都有牌交。好，咁考考你，如果當呢度出個牌照，開間茶餐廳得唔得？你，喂，唔好講茶餐廳，而家咁多人喺度啦，當呢度現場有200人，200人我走去搞個講座。咁搞講座嘅時候咧，我而家開間補習社，教你哋學英文、學數學、教中文、教乜教歷史乜都好啦。我使唔使出牌？要出牌。我開間教育嘅話咧，學校要出牌。咁呢度出唔出到牌？我想問啊，呢度出唔出牌？你周圍望下，呢一個位出唔出到牌？大家知唔知？你而家走去買啦！哎呀，咁最好啦，買咗耀財呢間鋪嘅時候咧，就開間津利啦，開間現代教育最好啦，因為呢個位置咧，學生出去又方便，咁多人嘅時候，幾百人喺度咧，會係得。下一個問題就問你，呢間鋪出唔出到牌？周圍望下，出到。有幾多人覺得出到？有幾多人覺得係出唔到？有幾多人係完全唔知道答案？答案就係、是、如果你做教育嘅話咧，有好多嘅要求，其中一樣嘢，大部分補習社都係出唔到牌，原因就係樓底。樓底要有2.75米，呢度好明顯冇2.75米啦，冇2.75米咧，你就肯定出唔到教育嘅牌照。所以你呢度咧，你買呢間鋪，你知道教育補習社咧，你唔使出牌。OK。第二，再考考你，呢一度可唔可以做茶餐廳？我想開間樓上茶餐廳，樓上翠華，樓上翠河，樓上乜嘢開間酒樓都好。呢、這個位咁做唔到教育啫，咁做呢個餐飲得唔得？有幾多人覺得得？有幾多人覺得唔得？嗱，如果做餐飲咧，佢個要求就係一樣嘢啦，就起碼個樓底最低嘅位置嘅 clearance 要有2米，有兩米。嗱，我就1.8米，呢度再加上去，好問水，係好問水。咁佢如果真係要做食嘅咧，咁佢可能上面嘅通風啊，個冷氣系統咧要調翻高少少啦，同埋一定要有30個人以上，一定呢度有幾多？有幾多條樓梯落喺呢度？落街？呢度有幾多條樓梯落街？呢度有幾多條樓梯落街？知唔知啊？呢度一條樓梯落街係嘛？就係嗰條嘛。咁下一個問題問你啦。如果一條樓梯落街，個廚房位嗰度嗰個樓梯位火燭，呢度嘅人會點？瓜曬，即係我大家嚟試啊。所以咧，呢度如果一條樓梯落街，我可以肯定答俾你就係呢度係攞唔到牌照做食肆，因為一條樓梯落街，咁你即係話有火燭嘅話，咁嗰度一燒咗，即係唔使玩啦。
所以咧，你如果一個嘅樓上鋪一條樓梯上嚟，同一條樓梯落去嘅話，一定出唔到牌照，一定要有另一個位走得到火先至得㗎。咁至於你嘅呢間鋪點樣能夠改職啊，點樣去能夠走火到咧，咁就睇你自己本事啦。所以好多時買鋪咧，點解好多時會講起就係話，有啲嘅鋪有牌就係值錢啲，冇牌就係冇咁值錢。咁你要好清楚嗰啲嘅牌照上嘅嘢。咁我形容啊，即係一間鋪出咗牌，就好似等於粒鑽石啊，攞咗 GIA 認證就係值錢啲。但係咧，大部分鑽石都攞到 GIA 認證，但係好多個鋪咧係出唔到個牌照嘅。咁你自己去了解一下啦。好，又再考考你，一間鋪，一條街向前，咁一條街車流向前，左邊鋪、右邊鋪 ，A 鋪就係左邊鋪 ，B 鋪就係右邊鋪，車流向前，皇后大道中又好，皇后大道西又，總之一條車路向前，左邊鋪、右邊鋪，我揾支槍指住你，兩間都係3000萬，你買邊間？左邊鋪定右邊鋪？有幾多人會買左邊鋪？有幾多會買右邊鋪？好，嚟多次啊！嗱，總之揾支槍指住你，3000萬，揀間嚟買啦。因為咧買鋪就好簡單嘅啫，你周圍比較一下，咁呢間值錢啲定冇咁值錢啦。好，左邊鋪嘅，右邊鋪，車流向前，有幾多人會買左邊鋪？有幾多人會買右邊鋪？右邊鋪多啲咯。好，點解左邊鋪？有車。點解有？唔知。有車。好錯，唔知。呢個唔知唔係答案。OK， 博下。左邊鋪，右邊鋪，左邊鋪原因你發覺呢樣嘢咧？如果俾我選擇啊，如果所有嘢一模一樣，如果兩間鋪都係3000萬，我批個頭落嚟，一定係買左邊鋪。左邊鋪，原因點解左邊鋪呢？我唔知你嗱，你等車嘅時候咧點等啊？你唔係咁等噶嘛？你等車嘅時候咧，你周圍等。即係見到呢度有串魚蛋，你就買串魚蛋。你呢度有個咩金色鋪周大福，你去睇下點。你發覺咧，左邊鋪、右邊鋪咧，左邊係等車，巴士站係左邊，小巴站左邊，的士站左邊，私家車都左邊上落人嘅。你留意下，所有啊一個單向路啊都係左邊行嘅。所以咧，永遠買鋪啊，乘客上落嘅位置咧，你要等車，就你一等嗰刻，你就會想食串魚蛋，你就會去買件衫。所以咧，左邊嘅鋪咧，如果一定要俾個價錢，右邊鋪3000萬，左邊鋪起碼3300、3500萬。咁啊，因為左邊鋪，但係咧，反而咧喺右邊嘅鋪咧，啲人係急腳行嘅，急腳行，行咗去每一間嘅鋪頭，你留意一下咧，你試下數一數你自己嘅 pace， 每一間鋪頭大概兩三秒鐘，你就經過10尺門面，兩三秒鐘經過10尺門面，咁變咗咧，你行過門面嘅時候，你有兩三秒鐘嘅時間諗入唔入呢間鋪頭。但是如果你是在那裡等車或者在那裡等過馬路在那裡等這個燈位的時候你就大概有一兩分鐘時間給他賣廣告那在那一刻你就會去想想而通常你留意一下你消費的地方都是你平時你最會停在 等人的地方就最消費的好剛剛好在佐敦、啊、要講一下先講一下這個展望之餘的時候佐敦做生意呢你要知道租客呢三大原因而已買間店啊買間鋪三個原因就是一希望間鋪升值，二希望收到租，三希望加到租。OK， 如果個租客所做嘅嘢要財證券係合法嘅，我估佢會繼續喺度。但係如果呢個要財證券，舉個例子咧，係大耳窿係咁放數嘅啫，無牌放數嘅，咁佢俾幾多租金俾我咧，我都好擔心佢會唔會走咗去。OK， 你因為現實地嘅時候咧，通常撈得偏嘅人咧。交租嗰一刻，你追佢咧，你都忌佢三分。咁但係咧，你發覺喺佐敦咧，經常會見到有個咁樣嘅 sign， 咁樣嘅 sign， 係咪啊？佐敦係咪經常見到啲鋪頭有啲咁樣嘅 sign？ 呢個咩 sign 啊？有隻腳板底哈哈笑嘅，係嘛？成日見到有個腳板底哈哈笑。咁你發覺好得意喎！呢啲按摩鋪咧，你有冇見過呢個 sign？ 你有冇見過呢個鋪？你有冇見過呢個 sign？ 冇啊！你有冇見過呢個 sign？好少人見到呢個嘅身體哈哈笑，大部分人見到咧都係見到腳板底哈哈笑。OK， 嗱，我唔知佢點解腳板底咁哈哈笑，咁但係我想問一下你，點解佢係腳板底哈哈笑呢一係佢就呢啲嘅腳板底哈哈笑咧，我想問一下你啦，係咪淨係腳底按摩啊？通常唔係，有冇按全身？有，我唔知按邊度，但係總之就按全身。OK。咁但係按到你好哈哈笑，好啱啱嗰位先生，我點叫你啊？我點叫你？阿我姓徐嘅咧。阿徐生，好，阿徐生有冇幫襯過腳板底哈哈笑嘅地方先？冇。冇 ，OK， 當你有啦。咁當你有嘅時候，而家我同你去腳底按摩，咁多人面前，我同你去腳底按摩。係。咁多人面前喺樓上鋪腳底按摩 ，OK？ 咁咧合唔合法啦？下一個問題就係、是，咁我收你500蚊，撳你腳板底。因為哈哈笑，撳到你好開心，得唔得？合法定唔合法？
嗱，你而家買呢間鋪嘛，你買呢間鋪，你知道要提供腳底按摩佐敦最多噶啦。咁我而家我李根興幫你啊，徐生撳腳蛋底500蚊撳你一次，合唔合法？合法。好，腳底按摩合法。咁越撳越 high 咯喎，咁開始撳上呢個嘅膝頭哥，之後撳上呢個嘅大髀，之後又再摸下內側，咁之後咧慢慢越摸越上，去到你個肚腩，去到邊度嘅時候，你好開心，你醒5000蚊嘅利是俾我 ，OK？ 咁啊，好，下一個問題問你合唔合法？在咁多人面前做 live 緊，而家仲要撳到你上你個肚腩，好開心，醒5000蚊貼士俾我得唔得？得，冇問題。點解咧？因為你係男，我係男。我點撳都得，大家通知開。我係男，你係男，你係女，我係女，同性按摩按邊度都得。我冇講過任何色情嘅嘢，冇講過任何其他嘢，你自己點樣蝦笑自己嘅事。但你起碼一樣嘢，從嗰個做生意角度就得。但係如果你係男，我係女，我係女，你係男，或者我係男嘅女咧，異性按摩嘅膝頭哥以上、膊頭以下、四肢以內嘅位置，任何嘅商業行為咧。就一定要攞一個按摩院牌照，要過城規會，同埋你沖涼嘅時候咧，要攞呢個浴室嘅牌照，基本上係好難攞嘅。咁所以咧，點解啱啱講呢樣嘢咧？你就要好清楚，你究竟嗰個租客做嘅生意合法定唔合法？因為如果大家利是唔合法，你追佢租金或者佢執笠走咗去，嗰排警察走去掃黃掃得緊啲嘅話咧，你發覺你係追唔到租金嘅。記住買鋪最緊要都係希望收到租、加到租同埋成間鋪升值。最後間鋪升值嘅時候咧，有兩個嘅位置俾大家分享一下。基本上咧個鋪頭咧，可以話就係買鋪嚟嚟去啦。你想升值咧，就兩個位，一係就核心位，一係就民生位。核心位咧就講緊係中環、銅鑼灣、尖沙咀、旺角，真係大部分都係外來人遊客嘅地方。中標珠寶嘅地方咧，真係高消費地段，唔好買，因為嗰度租金仲會落去，仲會跌落嚟嘅。希望止跌，但係咧唔會大升。反而一啲比較民生嘅位咧，我哋睇落去咧，就可能平時買菜又好啊，附近居民嘅話就10-20% 啦，10-20% 有個升幅啦。但係最好咧係買一啲咩咧？買一個hub啊，即係意思咧，附近有居民增長，邊度居民增長多咧？元朗居民增長多嘅，荃灣居民增長多，北角居民增長多，尤其是喺嗰啲商業嘅大廈，堅尼地城我唔會買。咁啊，但係咧，但係嗰個嘅從一個鋪頭層面嘅時候，觀塘咧增長又係多嘅。咁呢啲比較民生，但係又有外來人一啲咁嘅虛嘅位置，大埔虛舉個例子咧，呢啲一定買得過。但係如果係樓下舉個例子係尖沙咀彌敦道，咁啊喺旺角呢個嘅西洋菜南街，或者係呢個嘅中環嘅蘭桂坊，呢啲係真係純核心嘅位置咧，租金仲會有啲跌嘅，因為我日日同呢個租客傾嘅時候，就好明顯有啲。售價嘅時候，如果租金跌緊落嚟，售價就好難升上去咯。所以大家投資要多留意啦。多謝。咁陣間都會有個 Q&A session 啦，咁記住大家有啲咩問題想問李博士，可以寫張藍色嘅紙俾我哋嘅。跟住落嚟咧，就有請我哋嘅腰財證券研究部總監席耀輝先生 Sammy， 大家俾啲大聲鼓嘅掌聲啦，多謝曬。大家好啊，好。其實咧，今日條題大家都知啦，講科技股啦，即係好似廣告嗰度話。咁啊貴冇買錯啦，原先唔係呢條嘅，原先咧公司又想講話騰訊高見幾多錢嘅，跟住第一問題就話，咦我拎住喎，夠唔夠聲啊？夠唔夠聲？係啊，夠唔夠聲啊？即係嗱，原先我有貨噶嘛，係咪？咁你咁講好似賣，好似自己吹話只股份咁高咁樣啦。第二就係話咧，應該發佢信都唔俾嘅，咁所以咧，我講呢條題，即係科技股啦，又買貴冇買錯啦。不過咧講之前，咁啊見大家可能都對於個大市，即係其實大市個 part 咧，阿 Edmund 講嘅。咁但係就因為見大家都好似覺得個大市睇下下年嘅時間啦，係會見幾多點咧，係咪？咁我哋嗰個叫係自己嗰、那個啲同事嘅研究咧，都係32000呢個位置嘅。咁呢度睇32000啦，一陣再同大家再講解一下。咁但係初步咧，先講下今年嗰個港股嘅行情先。嗱，其實咧港股都好叻仔嘅，你話今年年初至今咧升咗30%。都可以由遠遠跑贏翻，好似道指啊、納指啊同埋呢個 S&P 500嘅。咁但係咧，過咗幾次講座，我同大家有分享過就係話，睇嗰個嘅即係美股啦，甚至乎睇港股表現咧，應該再拉前啲睇，睇下就幾時咧？Donald Trump 當選之後，因為其實美股咧升上嚟呢一下咧，其實唔係由今年開始嘅，係翻上年 Donald Trump 當選之後嘅，所以你會見得到嘅。如果咁樣計嘅話咧，原來呢個恆指加呢個國指咧係跑輸呢個美股嘅。大家知唔知點解咧？唔知啊！嗱，美股點解會升得咁厲害咧？有個因素就係話咧税改，因為如果你假設即係税改係行得通嘅話咧，按道理，如果你而家個減幅啦，
係減大過一成半至兩成嘅。咁即係點樣呢？即係每一個美股嘅盈利，即係美股當地啲企業盈利啦，係升咗一至兩成。所以你咁計條數嘅話咧，誒而家個道指升翻講係兩成幾三成嘅話咧，其實合理嘅。啊，所以咧，你話美股有冇條件大冧咧，或者冧翻落去嘅話咧，有個關鍵位就係話，其實見到個 Donald Trump 嘅税改行唔行得通？如果過得到嘅話咧，其實冇乜嘢嘅。但過唔到咧，美股咧就大件事嘅，即係真係會有個可能即時啊，即時嗰一刻咧，個好大嘅一個嘅調整嘅。嗱，好啦。啱講話誒呢個恆指話喺32,000啦，呢個咧其中都可以有其中一個原因嚟嘅，係點解咧？就係話咧，因為你如果以翻全球嘅投資市場裏邊嚟計，即係嗰個估值上嚟計嘅話啦，其實我哋個恆指咧表現就真係即係嗰個估值上咧平嘅，即係你睇翻而家好似譬如話 S&P 500啦，呢個道指啊，甚至乎 Nasdaq 嗰邊咧，其實嗰個嘅 PE 咧係高嘅，即係高我哋恆指都大嗰個大字嘅基本上係，咁但係唔好忘記，因為啱啱提入到㗎啦，税改嘅話咧。要一次性的影響，就令到呢個道指嗰個嘅，即係嗰啲嘅 EPS 啊，即係每股盈利咧，佢好大一個嘅叫做下跌。咁所以變相咧，喺翻下年嘅預測 PE 裏邊咧，其實道指係會跌得都跌咗跌翻落去嘅啦。即係 S&P 又係嘅，全部都係嘅啦。咁所以你可以話咧，如果你有個嗰、那個叫係嗰個 growth 增長係 OK 嘅話咧，按道理冇問題嘅。咁而今年嚟計咧，美股啲嗰啲嘅公司嘅盈利個表現啦，其實係 OK 嘅，真係唔差嘅。咁印證翻就係話咧，其實呢個叫係美國經濟狀況。是好的，真的不差的。而相反你說恆指這方面呢，其實恆指今年升幅是厲害的，升了三成有多一點點。還有那個 U 呢，那個的股息率呢其實是高的，這個我們講一個比較上是即比較好一點的情況。所以如果你假設個全球股市即是那個投資氣氛是好的話呢，講的條件呢就將上來。還有就是這個這個叫是不水的流入，因為你港股咧，如果你係以翻一個比較我覺得啦，近年嚟計一個比較做得好嘅原因就係話咧，呢啲嘅北水係專係炒一啲叫大嘅藍籌啊。即係啱啱佢哋好似即係前幾位嘉賓啦，都有提到就係話好似個市升咧，炒得騰訊啊嘛，係咪？其實係嘅，我計有條數嘅。係啊，年初至今咧，嗱個大市應該差唔多成6,000+點啦。單隻騰訊咧，其實都升過差唔多成1,700-1,800點嘅。係啊，即係個股市貢獻咧。你計唔好似你話匯控啊、蘋果呢一啲咧，個市又真係差唔多係退升曬嘅，所以你可以話咧，今年真係叫單天保至尊咧，即係騰訊，即係幫咗好多。嗱，不過呢個圖咧有啲咩現象咧，好得意嘅就係話咧，其實當個恆嗱呢條綠色線啦，係恆指嚟嘅，下面嗰啲巴咧係呢個深，即係嗰啲北水南下咧嗰個數目。嗱，你會見到現象就係話咧，當每一次個恆指要開始爆上嗰下咧，之前嘅時間咧，其實北水咧買得多嘅。即係你會見到嘅，係會個量買多咗嘅。但相反，當你沽貨嘅時間咧，其實個市咧係升唔起嘅。所以引起翻個事實就係話咧，而一個恆指，即係你話可以有冇機會再創一個新高咧？某程度上，就睇下啲筆水啊，即係咪都不斷 keep 住落嚟咧，係會嚟掃貨。如果 keep 住嘅話咧，其實你個恆指要再升即係要衝高啦，其實唔難。同埋我哋自己睇就係話咧，其實你話下年啦，講緊係我諗你係第一、二季嘅時間咧，個恆指會見32,000嘅。即係呢個我都覺得個機會係好大，但問題就係話咧，講下年嘅時間咧有個變數，咩變數咧就係話咧，因為大家都好會關注翻就係話好多嘅環球嘅收水潮，即係呢個其實係一個好大影響嚟嘅，即係好似啱啱阿陸生咧提及到就係話咧，息口嗰個關係，如果你下年真係開始美國收水啦，另外環球央行咧都做呢個行動嘅時間，其實我市場資金點樣行法咧冇人知嘅，即係嗰一下我覺得你又冇得對唔止對港股噶啦。甚至乎你可以話咧，環球投資市場有個好大嘅震盪，所以反而你話，如果我諗你有個大市收翻到而家，即係到第一季度啦，真係會唔差嘅，真係 OK 嘅。咁但係再玩落，即係再演化落去嘅話啦，就真係睇下邊啲央行嘅收水啦，嗰個動作係點樣啦。嗱，咁平日都話今日講啲都係種科技股，係咪話即係得定唔得啦？咁都同大家有啲得意嘅分享下先。嗱，呢個咧。是呢啲數據嚟嘅，大家可能唔知睇唔睇到啦。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大家平時都用 WhatsApp 嘅，係咪而家都係？有。係啦。其實每日咧 WhatsApp 咧個輸送量咧個數目咧係500條。係啊，個數目都達到我依家天文數字㗎啦。同埋成日話咧，原來而家每一秒嘅時間咧，基本上全球嘅電郵嘅發信量咧，每一秒嚟講啦，係200幾萬封嘅。咁另外咧 ，Google search 啦，大家可能而家有乜事都係上 Google search 啲嘢㗎嘛，係咪？咁每一秒嘅時間咧。嗰、那個嘅請求佢嗰個 search 嗰樣嘢個數目咧係59,000個，即係而家啱啱嗰幾秒鐘嘅時間咧 search 咗幾廿萬個啦，已經係啲人。咁
咁另外就係話啦，喺翻上年嘅時間，光棍節咧，淘寶每一秒處理個交易量咧係17.5萬宗。嗱，呢啲數字係啲咩嚟咧？即係你可以話，即係反映翻一個現實就係話啦，而家大家嘅日常生活同呢個資訊科技咧係冇得分開嘅。你試下有一日，即係我哋一日啦，琴日嘅時間突然之間3點幾個 WhatsApp 瓜咗，第一個係咪啲好恐懼嘅感覺？突然間咦，平時收開嘢嘅喎，突然之間冇嘢收嘅，好似有啲好唔自在感覺。甚至乎你話突然之間，你出街唔帶銀包好抵出街啦，都係 OK 嘅。唔帶電話嘅話咧，都幾弊。係即係而家呢樣嘢可以話已經同大家係即係冇得分開嘅。所以呢個資訊科技甚至乎 IT 呢一樣嘢咧，喺翻之後嘅時間，我覺得係個影響性咧更加之大。嗱，不過講翻呢樣嘢嘅時間咧，不妨睇下啲科技股嘅表現。嗱，呢個環球今年市場咧比較大隻啲嗰一集，即係FAANGC 就係美國嘅科技股啦。嗰邊咧係啲中國嘅概念，即係中概股嘅一啲嘅股份嘅表現。嗱，你見得到喎，原來啲外邊啲科技股咧有得升嘅，但係相比之下咧，嗰個嘅升幅唔夠我哋多嘅。我哋呢邊咧，好似你話以翻騰訊為例啦，升咗其實1倍著咗緊㗎啦。另外好似阿里巴巴啦、百度呢一啲咧，表現都唔曳嘅。同埋有啲好似譬如話呢啲嗱呢兩間咧喺呢個 Nasdaq 上市嘅，嗰個升幅咧都唔細嘅，嗰啲成倍嘅，係啊。其實你可以話根本上係全球嘅投資即係全球裏邊嚟計啦。科技股嘅表現咧都係叫幾標青下嘅。嗱不過咧，如果你睇翻佢哋個公司嗰嘅盈利增速嘅話咧，唔曳嘅，都係勁嘅。嗱，呢個最新一啲嘅叫資料啦，大家可以當參考一下啦。嚴格上咧，喺翻今年嚟計咧，即係講啱啱過去呢一季嘅時間啦。所有啲叫啲科技股咧嘅個增速 OK 嘅，唯一比較窄啲咧係亞馬遜，先2%嘅。點解咧？因為咧公司用到好多用 R&D 嘅，一啲研發方面啊，同埋咧大家初投嘅時間咧，預計佢係虧損嘅呢一個係要，仲要虧損得幾勁添。咁但係出到嚟咧，又亦都係盈利，都係 keep 得到嘅。所以個股價咧翻嗰日嘅時間咧係發升咗上去，升得好誇張。咁另外一啲就好似譬如話依班百度話題啦，百度咧升得多嘅個盈利，升得1.5倍嘅。不過又要小心啲，點解會升得咁勁抽咧？最主要就係話因為佢有啲一次性嘅叫做收益。頂住咧，因為公司本身對於第四季嘅盈利嘅睇法咧係負面嘅，所以個價咧係大插嘅嗰人係，係啦。但你可以話咧，科技股本身嗰個嘅盈利嘅表現啦，你可以話真係唔差嘅。而呢一個就係話咧，同翻當年好唔同啦。大家好多時咧都用翻就係話一啲科技股升得咁誇張，係咪好似當年呢個科網池一樣有機會爆破咧？因為當年大佬有個好慘痛經歷㗎嘛，就係話當年2000年嘅時間，大家炒呢個科網股炒得好開心嘅，仲開心過而家嘅。咁但係嗰個爆破之後咧，所有啲科技股係死曬嘅嗰段時間。但係呢一啲咧，基本上係強者越強嘅，即係完全好似咧喺翻過呢一年嘅時間咧，個升幅咧冇停過嘅。嗱，呢個係一個嘅原因啦，同埋就係話咧而家你嗰個嘅估值上咧，你望落去幾好得意嘅喎。你好似亞馬遜呢一啲啦，望落去係好貴嘅。好似蘋果啊、Alphabet 啊、Facebook 呢一啲咧，嗰啲估值又唔係好勁嘅。即係大家可能印象就係話咧，呢啲科技股嗰個嘅估值係好高，嗰個天文數字係咪？但係望落去咧，其實唔高嘅喎。即係好似嗱蘋果為例啦，蘋果個預測 P/E 咧15倍嘅啫喎，係啊，其實好低嘅啫喎。咁又好似Facebook 呢一啲。科技股啦，係咪？但係 P/E 咧預期咧30倍嘅啫喎，其實都唔算話真係好高嘅喎，同埋咧佢哋增長好快㗎嘛，係咪？嗱相反啦，係啦，中概股呢一邊咧就真係比較高啲嘅，因為騰訊而家個 P/E 咧係70幾倍嘅，預測咧46倍。咁但係好似話京東、商城呢啲咧，之前就係冇 P/E 嘅，蝕緊錢嘅，之後咧都要成900倍嘅。不過成日話呢類嘅公司嗰個嘅增速咧，可以話係會好快。即係話行得係好，係會係，即係大家會覺得成日話咧，外地嘅時間咧唔會太擔心嘅，而家係。嗱，呢三間就做一個比較啦，大家可以又當參考一下啦，係咩嚟咧 ？BAT 啊，即係嗱，我如果中即係第一定話 BAT 三間公司嘅嘛，就係話咧，百度、阿里巴巴或者騰訊。嗱，三間公司咧各有千秋嘅，你望落去又都會大概知道間公司嗰個嘅狀況。啊，同埋咧一樣嘢都講一下啦，論個股價咧，百度。最高嘅而家240幾蚊，阿里巴巴咧180零蚊到啦，騰訊咧港幣300幾，啱啱啲美金嚟嘅。你望落去咧，百度嘅股價係最貴啦，好似係咪？但係論個市值嘅話咧，佢最少嘅，佢一個市值係幾多錢到咧？大概咧800億美金，即係大概係3000零億左緊嘅港幣啦。OK， 騰訊咧而家幾多錢嘅市值咧？
係35,000多億，係啊，真係好多噶。雖然同係 BAT 啊，三間公司。咁呢個阿里巴巴咧，同騰訊比嘅話咧，差唔多。好似而家最新去到大概係36,000多億咁樣係，係啊。即係呢兩間咧係超級大嘅，搞到咧而家係爭啲嘅，爭都爭一大截添嘅。咁但係大家成日話而家講一啲即係呢大嘅叫啲 IT 公司啦。論嗰個前景嘅話咧，百度其實未必太過差嘅，因為百度而家咧轉型做呢個專心啊，即係專注於咧搞呢個 AI。有 AI 呢樣嘢，咁就再同大家可能再詳細講一講呢一方面嘅範疇啦。但你可以話咧，而家呢一扎嘅科網巨企咧，本身有啲嘅賣點㗎啦，即係可以輕講解一下先。嗱，騰訊而家咧，其實話 AI 同呢個 Big Data 呢啲嘅發展咧係勁嘅，真係犀利嘅。同埋咧，又係話本身嗱，大家都知道啦，最新嘅消息就係話好多公司分拆，係咪？其實我之前睇啲文章咧，同大家又分享一下啦。其實而家騰訊同埋啲阿里巴巴咧，佢入咗好多，即係入股咗好多唔係公司嘅。OK， 如果第一啲分析就係話咧，按道理佢哋而家咧最超過咧100間公司可以分拆嘅，100間。即係而家有啲聞啦，好似你話好似呢、這個即係熱音呢一啲咧係投錯嚟嘅啫，係啊，仲有100間會分得出嚟嘅。所以你可以話佢哋依方面收益咧係會好勁，係好勁嘅。咁所以你話呢個最多一個叫大嘅賣點咯。呢個阿里巴巴咧，基本上而家大家都最熟悉係淘寶啦，係咪？但係話說咧，佢嗰個叫雲服務咧都勁嘅，而家內地個佔比咧係差唔多47%嘅，即係佢玩曬咁滯嘅。呢個係佢哋有啲嘅賣點。嗱，其實咧啱啱話講開一啲科技股啦，因為時間關係啦，我嗰個 overrun 少少啊，我講埋咗先呢啲。嗱，呢個話我哋個咩大優勢咧？呢個係一個事實嚟嘅，就係話咧嗱，呢啲公司叫龍頭股啦，其實咧係極少數公司咧推到呢一步嘅。咁到呢一步有啲咩嘅優勢就係話咧？大家諗下啦，試諗下，如果喺一個叫係我哋叫嗰個生態鏈裏邊、生態環境裏邊，呢間公司咧，等於咧係啲可能啲獅子老虎嚟㗎啦。咁其他啲 IT 公司咧係啲圓毛啊、蝦仔咁樣啦 ，OK 啦。呢個概念比較嚴啲嘅。咁就係話咧，嗱，基本上啲公司咧有啲咩優勢咧？長勢大，佢做乜都得嘅，而且基本上咧錢好多。諗好啦，假設而家一間 startup 公司好勁嘅，真係好犀利嘅，佢嗰啲嘅技術咧好強勁嘅 ，OK 啦。有機會威過啲公司嘅地位，咁佢點做咧？話你咯，可能你又買唔買啊？出水首先你而家買你可以抗拒話唔買嘅，但係買之後點樣咧？我咪講啲圍你咯，圍住你打你咯。所以到最後嘅情況就係話咧，你覺得你唔買，所以出咗咩狀況咧？嗱，其實咧，有翻你 Facebook 當年啦，嗱 ，Facebook 當年就係話咧，我哋 WhatsApp 我啲 Instagram 就買翻嚟嘅呢啲係，你可以話咧預計之後嘅時間咧都出呢個狀況，好似你話呢個即係 Google 啦，之後咧即係之前嘅時間咧。都話跌賣嘅，大家未有 AlphaGo 好熟呢樣嘢嘅。其實 AlphaGo 咧，咪係跌賣整出嚟嘅咯，之後研發出嚟嘅。所以可以話咧，基本上呢啲嘅叫係科技巨頭咧，你之後嘅發展咧係會威脅到佢。所以點解我成日都話買科技股咧，買龍頭咧，就係咁解啦，係啦。嗱，同埋呢個咧，大家可能未必知嘅，呢個係而家 Google 嗱，有一用 Google 嘅話，都知道係用呢個 search engine 啦，係咪 ？search engine 啦，用呢個 YouTube 啦，睇片啦，係咪？同埋可能同呢個地圖啦，係咪？但其實話說咧 ，Google 呢間公司咧，大家睇下啦，呢、這個全部係做佢有啲叫應用工具嚟嘅，全部都係嘅。基本上咧，你可以話全部嘅範疇咧，佢有齊曬做嘅。不過大家可能少用呢啲嘅啫，即係基本上又而家全佢有譬如話做一啲叫係 social media 嘅嘢啦、教育嘅嘢啦、design 嘅嘢啦，包曬嘅。所以嗱，你一買啲公司，佢乜都做曬嘅話咧，你點同佢爭咧？係咪冇得爭嘅？嗱，甚至乎咧，阿里巴巴都係嘅。阿里巴巴而家咧，基本上咧。又做呢個一啲 media 嘅嘢啦，又做銀行啦，又做呢個啲地圖嗰啲軟件啦，所以你可以話呢啲巨企咧，其實之後個發展咧，你可能係有廢嘅，即係騰訊都一樣。所以而家話騰訊，大家成日問我騰訊點睇咧，其實都唔係點睇，你要知一定係一定唔會差到去邊嘅。啊，同埋咧，你又講緊呢個科技股啦，之後嘅時間咧，有啲叫咩概念可以再炒作下就係、是、好似嗱 5G 嘅概念，因為 5G 咧其實好快咧，我諗你話如果以翻而家個趨勢睇嘅話。下年咧，佢哋嗰個製式出嚟嘅啦，即係 5G 嘅製式，咁即係商用咧係2020年嘅事咁樣啦。咁同埋就係話咧，如果你以翻呢個 5G 個概念去睇嘅話咧，華為係最強嘅其實。不過我先話華為冇上市嘅，因為佢太勁啦，佢唔需要上市都得嘅啦。佢有排啲叫嗰啲咩啲背景啦咁樣啦，所以佢勁嘅。咁你如果真係要呢個板塊，如果真係 OK 嘅話咧，覺得兩隻我可以話可以諗嘅啫。一隻中興，一隻咧長飛光纖。不過咧，你都咁講翻，之前嗰陣嘅時間咧。差太快啦，
其實咧，你話 5G 呢樣嘢咧，而家連個制式都未定嘅，所以其實當即係當時炒嘅話咧，我都係炒個即係炒個龍嗰啲係。另外咧 ，AI 加 big data 啦，呢個係啲咩嚟咧？其實而家好多公司你可以之後嗰個嘅發展咧，呢樣好緊要嘅。特別講騰訊啦，之前咧，如果大家聽我講講座嘅時間咧，對呢個絕藝唔會有啲陌生嘅啦。絕藝係啲咩嚟咧？係似 AlphaGo 嘅，即係都係一啲叫係啲捉嗰啲肉捉棋嘅軟件啦，嘅 AI 啦。但而家最新嘅時間就點樣咧？騰訊喺呢個北京嗰邊、上海嗰邊咧，有個業務叫企鵝醫生，係啲咩嚟咧？係啲叫醫生嘅做一啲診所嚟嘅，但係啲佢啲同嗰啲嗰啲叫診所咧連埋曬一齊嘅，即係 database 齊曬嘅。所以嗰啲嗰啲嘅叫啲病人咧，如果去睇醫生之前咧，喺網上邊類似咗啲喺 app 上面啦，去傾一傾先咯。即係有啲咩病啊，最主要係邊一度睇醫生咁樣做咯。其實勁嘅呢個係，呢個都係好犀利嘅嘢嚟嘅。咁然後 Google 咧 ，AlphaGo 大家都知道係好叻啦，係咪好犀利啦？咁另外 Amazon 又係 OK 嘅。咁但係咧其實百度咧喺 AI 嗰邊咧發展咧係最強係佢，原先都係嘅。而家我諗你都可以話咧，佢嗰個前景方面咧係 OK 嘅。不過咧，百度呢排大件事啲嘅，因為點解咧？佢有比較多啲 AI 嘅專才啊，俾人叫走咗，又或者咧自己出做 staff， 所以而家反而百度個情況就比較有少少就擔心啲咯咁樣。咁但係你都可以話啦，講多少少得意嘢啦。大家成日話咧 AI 呢樣嘢咧，你會威脅到人類啊嘛，係咪？即係話驚佢話哇，好似睇電影好勁嘅喎，就 Terminator 會殺人嘅喎啲嘢啦 ，OK 啦。其實咧之前嘅時間，全球嗰啲平台機構啦，做一個統計，好似我啲叫 search 嘅。係啲咩咧？就係話咧，如果以翻2016年，即係上年嘅時間咧，講 AI 嘅智能啊，個智慧啊 ，Google 最叻嘅，嗰個嘅 IQ 係幾多咧？47.28。咁另外咧，好似你話百度咧，都叻嘅32.92。嗱，但係啊，一個6歲嘅小朋友個 AI 係幾多？即係個IQ 係幾多咧？係55.5嘅。即係話咧，嗱，雖然話 AI 而家好叻好勁，但係如果 IQ 嘅能力咧，都仲係好低嘅。所以其實你話要驚到話好似～即係好似話咁戰爭嗰啲，其實暫時係唔會嘅。咁但係呢樣嘢冇擔保嘅，即係你過多唔知幾年之後，當有啲技術係好勁嘅時間，呢個就不得而知。但係而家咧，大家唔需要驚呢個即係 AI 呢一樣嘢。反而第一轉就係話咧，邊啲嘅公司及埋好多嘅話咧，係可以再去研究一下嘅。嗱，仲有又好快嘅，嗱呢個咧係都係回顧翻一啲嘅股份嘅表現嚟嘅，因為呢個係話説咧。喺翻上年嘅年尾咧，我有10隻股份推介啦，咁啲表現嚟嘅，咁so far都叫做收，即係都算係唔錯嘅。咁好似你話騰訊啦，都係啦，咁都話當時都話唔似目標價噶啦，咁 OK 嘅。咁另外35隻都升大概20%領咗緊啦，係比較差啲咧，係1696呢一跌3% 嘅。咁但係其他嗰啲都叫做係都收貨。咁你話蒙牛都係啦，都已經破曬啲高位，即係當日嘅目標價都到埋噶啦。咁係只銀河啦，咁只證券股啦就差嘅，都仲要跌3%咗緊。咁但係內地券商股，我覺得咧喺 A 股爭氣啦。如果你係翻餘下嘅時間爭氣嘅話咧，希望就做得比較好翻少少。另外就係演出啦、環保股啦，有冇升30%領咗緊啦？啲醫藥股咧係爭啲嘅，特別係呢只同仁堂科技係令人失望嘅，跌咗20%。咁但係另一隻嘅推介咧，之前嘅時間咧就係只呢個四藥係啦，四藥啦，升咗7成幾呢只就。呢個其實都仲 OK 嘅，咁呢個龍工咧升咗3.1倍咗緊，咁係只之後係只泰山同埋只五六部業咧比較爭少少咁樣咯，咁只維柴啦，雖然嗰陣時止蝕咗，咁但係都升成4成幾，而家都咁樣，係啦，咁係呢啲啊，但係你話我都會留翻，因為今日時間比較緊啲啊，咁但係唔緊要啊，我留翻喺度嘅，第一俾人提嘅話咧，可以叫啊，係啦，冇錯啦，咁股票揾嘅。好啦，跟住就 Q&A session 啦，大家都要原諒咧 ，Stanley 即係overrun 咗少少，係因為佢琴晚做功課做咗好耐啦，又係不眠不休係嘛？不好意思啊，我嚟搶一搶麥先嘅，唔係對唔住啊，我咧就有啲嘢趕住要離開嘅，不過首先好多謝。各位客户啦，同埋非客户嚟。今日 CEO 喺度要拗著數喎。係啊，有咩著數啊？未啊？我就出嚟咧，冇理由冇著數嘅。話俾你聽啦，啱啱頭先我同你講個譯音咧，其實咧我就啱啱 confirm 咗，應該係會攞我哋耀財證券係會做孖展嘅。咁咧，我又記得咧，粵文嗰陣時咧，大家咪話好啊，爭風頭啊，咁啊爭唔到啊。咁我有預到幾預留幾充足嘅額度俾大家去做嘅。咁只要你需要成為耀財客户。耀財證券永遠都係視你首選嘅，係咪？咁啊，喺星期一就大家已經係客户的話嘅，咁啊即刻落煙入去你個户口裏邊，就即刻有得認購嘅。
咁當然話未成為客户嗰啲可以同我留步嘅。咁我哋今日或者咁講，嗱平時咧阿 Trace 就話七個月免用咧，其實去到咧話可能你話要有銀行單據各樣各樣嘅。今日頭先阿 Trace 啦，阿 CEO 喺度有咩着數啊？就係、是、你哋唔需要銀行單據，總之開户都有七個月免用，三個月免息，有冇問題啊？好唔好啊？好唔好？咁同埋即時救客唔好扁嘴，唔好扁嘴，唔好扁嘴，你哋唔好扁嘴。救客就優先可以誒嗱，禮拜一啊，記住禮拜一啊，就嗱一聲認購認金啊，即係因為要成為客户先可以直接 login 同埋認購認金嘅。咁所以未成為客户都可以嗱一聲開個户口啦。咁你坐喺度舉手話想開户口咧，我哋同事會即刻幫你嘅，好唔好？咁咧仲有。其實耀財點都咁少着數啊！頭先我都派咗啲中日美食券俾你啦，咁啊可以去攞鮑魚啦，24、25號，咁啊唔係人人有嘅，我唔知啊，其實咁啊起碼頭先有張黃色嘅紙嘅，你幫幫手填咗之後，反轉究竟有個反轉究竟有啲乜嘢咧？就係、是、美國一間好著名嘅快餐店，美國餐廳上市公司嚟嘅，咁咧就係、是、正正喺我哋呢個耀財九龍總行下邊有一間。美國著名快餐店麥當勞，麥當勞啊，麥當勞嘅10蚊現金券，佢做個好簡單嘅嘢，就係 like、share 同埋關注同埋咩啊？關注同埋分享，就係咁簡單。唔識嘅，我哋同事亦可以幫你。攞張10蚊現金券，究竟可以買啲乜啊？應該我冇記錯，而家元朗街度加兩蚊啦，買雪糕有得找嘅，不過佢唔會找俾你，咁啊都開心啊，係咪先？咁啊，耀財都送俾你嘅。咁其次就係話希望大家繼續支持耀財。咁頭先阿 Stanley 咧咪講咗好多佢嗰啲股票，佢話股票話乜賺幾多嘅，唔使等佢嚟先㗎。其實你係睇住耀財財經台，佢不斷咁講㗎，佢不斷咁講俾你聽。咁耀財財經台究竟係點咧？我都係嗰句，我唔好介意我煩。你哋有個 app 嘅，你係咪 download 咗我哋耀財 app 去買賣㗎？喺左下角就有得去一入入去又可以睇耀財財經台用電話。咁誒用電話咧，當然又話用 WiFi 啦，用 WiFi 即係而家屋企用 WiFi 嚟著數啦。咁其次就係用屋企嘅電腦，用屋企嘅電腦點睇啊？就係分兩個途徑嘅，一就係話即係你經過你耀財網頁撳耀財財經台嗰度睇到又得。另外一個途徑嘅就係 www.eschannel.com.hk， 咁就見到我哋啲我哋靚女啦，同埋 Stanley 啊，日日都會俾你哋中意問乜都得嘅。咁你 WhatsApp 佢又好，打俾又好。清清楚啊，好，係咪啊？唔使等到講座嘅，嚟緊落嚟，學你話齋啊！我喺度應承你哋，咁啊真係破天荒啊！頭先我捉咗阿李生啊，佢咁風趣幽默，我哋諗住我哋都冇得撈嘅就嚟，係啊！我諗住佢如果加入我哋公司，我成日頭先話靜靜雞，可唔可以加入我哋公司啊？做 MC 啊，係啊！咁我覺得係好，即係我覺得係生息不少嘅。咁當然阿李生有自己嘅大 project 啦。咁但係我頭先同佢交咗朋友嘅，交咗電話嘅，佢話應承我哋會。定期會同我哋幫下手，我哋訂下搞下講座啊，甚至乎喺財經台度會做下節目嘅。係啊，頭先真係靜靜雞醒咗張麥當勞券俾佢，搞掂嘅嚇。咁所以佢都係 like 同埋 share 同埋分享贊好同分享咗㗎啦。咁所以我先係俾咗麥當勞券嘅。咁多謝各位，希望你繼續支持耀財，希望耀財係你哋唯一首選嘅證券行，好唔好？大家都想睇 CEO 都喺耀財財經台出現啊！好嘅，我會安排。好，第二，我想出嚟搶一搶麥。阿Edmund啊，就係講呢個咧，我諗起邊個唔係耀財嘅客户啊？呢度啊，邊個咪舉手先？你咁樣人哋好含蓄㗎，唔敢舉手㗎嚇。有邊個係耀財唔係耀財客户？我送啲花俾你。我送啲花俾你。你識我嘅人咧？知唔知點解？你講起啱啱呢個麥當勞券啊，咩免傭咧？我諗起一個故事，好中意一個故事。我同你講一個故事好嘛？同鋪未必有關係，但我同我個女啊，同我身邊所有人咧，我都講呢個故事。以前咧，知唔知有個喺台灣咧，有個小姐咧，咁啊選美冠軍啦。咁之後嘅時候咧，咁啊自己選美冠軍去咗一個好窮嘅村莊度，咁啊送咗揾到有兩個乞衣喎。我唔係玩乞衣啊，揾到兩個乞衣啦，咁啊送支花俾佢喎。第一個乞衣咧揸住支花，即係話。我係乞衣，你送個飯盒俾我好過啦。禮手就將支花抌咗佢。第二個乞衣咧，收咗支花，望住花，哇咁靚嘅台灣小姐送支咁靚嘅花俾我，梗係好好保存啦。之後攞翻屋企嘅時候咧，就揾一個嘅花樽插俾佢啦。插俾佢嘅時候就望下個花樽咁污糟邋遢，唉，咁啊好好地洗下個花樽啦。之後插喺個花樽入邊就擺喺張台上面，哎呀張台咁污糟邋遢咁凌亂，梗執下張台去啦。
咁之後先去襯翻扎花，咁之後仲要執埋張台就望間屋，哇間屋咁污糟啦，睇一陣就執曬間屋啦，買間鋪。咁之後又襯下間，又襯起先花啦。咁之後咧，後突然間破壞成一間鋪嘅時候咧。走下來就望一塊鏡嘅時候，又突然間覺得自己咁污糟邋遢，點樣襯起枝花？咁啊走去沖個涼啦，洗下個頭啦。之後咧望下塊鏡，哇！回光返照，我咁靚仔，點解做乞衣嘅？之後後來決定就走去投資股票啊，揾翻份工啊，呢樣嗰樣嘅嘢啦。之後冇幾年後就變成一個苦肉。回望翻去個村莊入邊嘅時候，第一個乞衣仍然都係繼續做緊乞衣，周圍乞飯食，只係一個更加窮、更加幾年冇沖涼。我咧頭先同事話我好中意解嘢，好叻嘅，即係解故事。故事帶出咩？係啦，故事帶出咩咧？耀財證券是你首選，即係話俾你聽，你只要相信耀財，喺耀財開個户口，包你成為好靚仔嘅，好似李生咁靚仔嘅，係啦，係咁啊。故事帶出理念咧，每個人你發覺你身邊有好多人，每個人你都收唔少花。大部分的花你都抌咗去，我收的其中一支花是鋪的花，我好好地去發揮。今天耀財多謝 Edmund 嘅時候，都送了很多支花俾大家。你可以走咗去，禮手抌咗去，你亦都可以好好地珍惜呢一支花嘅時候。希望我不是話乞衣，但是咧真把握呢個機會嘅時候咧，發唔發到達啊，或者點樣做到生意嘅時候咧，就看你自己本事啦。但是希望啊呢位小姐嘅手上呢支花，你走過黑。如果你選擇可以抌咗佢，或者選擇留一留低，攞一個投資嘅機會嘅時候，就揾阿 Edmund 啦，好嘛？好，多謝曬，多謝 Edmund。嗱，我就停一落嚟，加開落嚟，俾佢兩位咧，仲有答問環節嘅。咁首先代表耀財證券咧，係好多謝佢今日出席。咁嚟緊落嚟咧，耀財不斷會搞好多講座，希望你哋繼續支持耀財，我哋會一定會做得更好，令到你哋個個客人滿足嘅。咁以客為先，我哋耀財宗旨，多謝各位。好。啱啱就關於股票啊，7000騰訊啊，大家都知道騰訊大好又係 Stanley 嚟噶嘛，拆咗咁多附屬公司啦，會唔會影響下年個業績嘅咧？我唔知好有希望，我真係持貨嘅，我基本上都冇沽過，幾乎冇沽過啊，其實係。係咯，仲買，我覺得仲再低。$340買。你俾我嘅話咧，我都會再後噴去跌翻$20到啦，即係$340都先再買。唔係啦，其實咧個問題問得好嘅。你話如果騰訊拆啲公司出嚟啦，係好定係唔好咧？嚴格上你可以話咧，我覺得唔係差嘅，因為留一單啫嘛。好似而家眾安為例，其實眾安咧，如果以我自己所知嘅話咧，當佢入股價好似係1.5億嘅，係啊。但係而家佢真係嗰嚿數應該係過百億嘅啦。即係留你諗下，你都咁計，因為佢呢嚿嘢咧應該係第三季度拆出嚟噶嘛。今次嗰第三季業績一定好勁，呢嚿數已經幫佢唔少。跟住再諗下，成日話咧翻第四季嘅時間啦。仲有呢個粵文，有呢個而家譯音，仲有咧，其實唔止兩間公司嘅，同期嘅時間咧，喺呢個美國有一隻手狗，都係騰訊嘅，都係分拆出嚟嘅，係啊，所以你可以話咧，第四季嘅業績咧又係好勁。咁你又拆呢啲公司有冇咩壞處咧？基本上真係冇乜，反而第一轉就係話咧，不斷拆嘅時間，不斷會有啲叫西翻嚟，啲下勁勁。所以如果你啱啱提，啱啱我話嘅，好似而家騰訊、阿里巴巴個個間公司拆嘅嘛，所以你嘅條數咧會真係會好犀利。所以買第一注咁講，呢個係其中騰訊嘅買點嚟。是正面影響的，正面的。好，鄭女士想問一下李博士，你覺得哪個國家的樓或者鋪是最具升值潛力、競爭力，而且是我們負擔得起的呢？老實說，我除了香港的地鋪，我當一條底褲都好，我都是買鋪的，很慚愧，我股票又沒有買，外國又沒有買樓，我又沒有買工廈，沒有買商廈，沒有買什麼都沒有，因為小弟身家有限。你有沒有開戶？在個鋪你今天說到來這樣，我送一支花給人，我可能都要以身作則。但是一樣嘢，先外國咧，我唔係最熟悉，我唔敢亂咁噏啊。咁但係我淨係相信一樣嘢嘅啫，就係所有嘢啊，好多嘢都有新供應。咁我經濟理論101教我就係、是，如果嗰樣嘅產品係冇新供應，仍然係有個需求，長遠應該回升。街鋪喺下面彌敦道或者下面吳松街下面百家士街嘅鋪，20年後今日、100年後今日，我問你可以買得嘅街鋪會多咗定少咗？多定少咗？多了不會 stable 之餘咧，係少了，因為很多舊樓重建，一個波鞋街一拆就冇了百幾間鋪，一個漁民坊一拆就冇了700間鋪，可以買賣的鋪只會越嚟越少。所以咁樣樣嘅時候咧，點解咧？但係繼續有個人流在度嘅時候咧，所以點解我自己就純粹100%成副身家專注都是香港的街鋪。樓上鋪、地庫、商廈、工廈、咩銀座式，所有我都唔掂啊。總之我淨係相信一樣嘢，冇新供應嘢。但是仍然是有個基本需求的話，我都買得過啦。
因為剛才我見到啲問題咧，冇一個好似會問下 mortgage 呢樣嘢喎，即係大家如果想投資鋪都係 full pay 啊，諗住係咪 ？mortgage 係點搞咧？如果想投資鋪咧，有兩類型嘅鋪你可以投資啦。如果你係有個 best friend， 如果你有 best friend， 我會話盡量得嘅話就買間街鋪，但係問題就係街鋪喐親都3000萬 ，OK？唔係咁多人能夠拎得起，而 mortgage 都好慘啊，就只係得個40%。如果你冇，你身上冇物業就40%，你身上有物業只可以借30%，即係話3000萬咧，你借30%，你要攞出2000萬出嚟之餘咧，再加埋special stamp duty、double stamp duty 8.5% 經紀佣金，即係基本上你要攞出2200萬去買間呢個3000萬嘅鋪啦，大概 OK。咁2200、2300，但係咧另一個，如果你有 best friend， 我會話千祈，如果呢度啊變成一個劏場，千祈唔好買劏場貨。劏場鋪300萬、500萬、700萬，一格格細細格，唔好買。但係幾時買呢？我會話等嗰間500萬第一手買咗嘅地王又好、首都廣場又好、佐敦廣場又邊度都好嘅時候，當佢跌到大概90%咧，跌咗90%到 ，I repeat 90%。如果佢賣出嚟係30萬、40萬咧，買得過；跌到剩翻8幾萬都唔好買，因為咧首都廣場有個鋪700萬跌到落140萬，140萬再跌到落剩翻40萬，咁所以咧，所以140萬接手嗰人以為賺咗錢，但係最終由140萬都去翻40萬。所以我見我個 best advice 就係、是，一係就買好細間好細間劏場，就嚟想跳樓個業主已經係想死嗰只吊頸嗰刻，你就救救佢，俾佢40萬買咗佢間鋪。或者咧就係、是、一啲嘅正常嘅街鋪喺幾百萬以上咧，都仲有好多選擇。咦，即係薛家燕涉賣20萬出嗰個好抵咯喎！好抵，唔係，但係嗱，應該話嗰度嘅時候咧，同埋咧，好似舉個例子啦，我最近同呢個嘅荃灣地王廣場啊，有啲嘅業主咧買入嗰一刻嘅時候咧，當佢買入講緊40-50萬嗰啲嘅時候，嗰啲會賺嘅，嗰啲會賺嘅。但係佢700萬啊、800萬啊、500萬買入嗰一刻嘅時候，嗰啲就全部會大蝕嘅啦。咁所以我驚啦，即係講幾廿萬細細住咯，咁我覺得 OK 咯。咁但係如果你話除咗幾廿萬，喂，咁幾百萬嘅時候買個咩鋪頭仔咧？喺香港如果你要揀街鋪，真係幾百萬最多會喺深水埗，會喺深水埗嗰度。咁你真係花啲時間去揾嘅時候，咁都有啲好選擇嘅。但係再落啲嘅時候咧，就真係冇教啦，就買股票咯。好好知道啊，文關先生想問啊 Sandy 啦，你對於就嚟上市嘅粵文同埋雷蛇點睇？覺得長揸定係即刻放比較好啲咧？我睇下佢升上個賺幅幾多先，即係應該俾策略性嘅。嗱，你即係粵文咧，我睇好佢嘅，即係如果你講前景嘅話，我睇好佢嘅。甚至乎你可以話佢同呢個眾安比嘅話咧，我覺得佢好過眾安添。因為點解咧？嗱，其實眾安有個比較大嘅問題，即係我哋之後發展落去咧個問題係啲咩咧？佢由上次成300概念啊嘛，即係馬化騰、馬化騰、馬雲加啲外援資金係咪？就來就話咧，呢個眾安佢嗰個嘅合作咧，就同呢間新公司有合作嘅嘛 ，OK 啦。但係就話如果假設之後啦，呢三間公司佢自己做一啲金融科技嘅話咧，有機會之後咧係會斬攬嘅，即係變咗就係話嗰三間公司唔同呢個眾安合作嘅，有機會咁樣嘅。呢個總係風險嚟嘅，即係之後嗰個發展風險嚟嘅。咁但係葉文又唔同，葉文就係話咧，佢親生老豆就真係呢個騰訊，同埋就係話，因為嗱，葉文嗰個玩法模式點樣咧，就係話咧，佢係要睇書啦，係咪？但係因為之後嘅發展咧，最強咧唔係呢一樣嘢，係啲咩咧？慢慢權就係講過啦，慢慢權，即係假設就係你本書，財經台有講㗎，係好多人好多人睇嘅，咁有好多人睇嘅，咁即係本書好受歡迎啦 ，OK， 做咗呢嚿嘢慢慢權去拍電影拍劇，其實呢嚿錢咧可以 OK， 咁而家騰訊本身咧有好多呢啲嘢嘅。所以如果佢之後拆出乜做嘅話咧，其實嗰條路咧會好犀利。呢個漁民嗰個嘅發展，所以如果漁民第一 round 你話升得唔多咧，我自己會 keep 嘅。同埋因為嗱講真句啦，如果你唔係孖展抽咧，呢串即係大貓嗰只啦，你都分得唔多嘅。你得一兩手嘅話，其實按道理唔需要咁急咁催住。同埋呢只我覺得真係 OK 嘅。因為雷蛇就反而突然間轉啦，雷蛇我自己睇嘅話咧，你當短炒先。因為嗱，我兩隻都認購嘅。咁雷蛇反而第一轉咧，佢嗰啲嘅，即係佢啲嘅叫話啲 keyboard 啊，嗰啲嘅 mouse 咧，係專業做電競嘅。而家電競呢一個嘅範疇咧，香港第一隻，同埋就係始終咧，佢嗰個叫係技術上，佢比較勁啲嘅。我啲同事都有放研究過呢樣嘢，所以咧嗱，我短炒咯。你如果係佢一 round 一上次嗰下升得勁嘅，就走咗佢先咁樣。20% 或啲勁。如果你係粵文，我當佢五成樓上。不過你得一手咧，我真我寧願揸住先。佢上市嗰日買嘅。買啊！唔係粵文，如果升得唔多咧，我覺得可以hold嘅粵文。即係70蚊咁樣。
點樣為止先？我覺得如果你講真一成半以下到啦，葉文，我覺得你可以好好下。但你或者雷蛇，反而我覺得就我如果問我嘅話啦，我覺得就真係要小心啲。嗯，好啊，跟住問翻阿李博士啦，歸。我覺得葉文可以嘅。葉文係睇長線嘅 ，OK。咁啊，雷蛇佢嘅意見咧就係覺得可以短線少少。阿 Sam 咧想問翻阿李博士啦，貴公司嘅基金請問點樣投資同埋？可唔可以散户都買到咧？冇啊 ，sorry， 啱啱冇 close 曬啦，啱啱第一 round close 曬，我哋而家唔再接受新嘅錢啦。咁啊，因為而家我哋主力定有就下一輪再通知大家啦。不過我哋而家唔再接受新嘅錢，因為而家 100% 錢我哋自己夠錢，我哋自己去。OK， 好，買股票啦，唯有買股票啦。2018股市嘅展望，呢只股票嘅展望啊，問翻 Stanley 阿周生想問嘅2018。你講係個市嘅展望？我估係啦。sorry 應該係唔知啊，呢個好尷尬，究竟係問瑞星定係問2018年嘅市嘅展望咧？我哋應該講個大市啦 ，OK。咁呢個市我係講瑞星同瑞星啦，嗱，比較緊咧。唔係，應該股市應該大市，係大市。咁就講曬啦，講曬啦。唔係個市都係我喺第一二季有機會見32嘅，真係。但係之後嘅走勢，我自己睇法係悲觀，即係真係會有啲波浪。係啊，但係你話如果有北水，一秒北水呢一下咧，呢一撐住咧，希望好啲咯。但係而家北水好啦，好即係點講，好鬼古惑嘅。即係你見佢而家開始買嗰啲股份咧，大家可能之前唔會點睺嗰啲嘅。即係你好簡單啫，中心你話大家點樣買？其實中心咧，即係嗱，我咁講翻啦，我研究過佢間公司嘅。佢有佢業務係咪好好咧？絕對唔係。中心我自己睇佢業績個表現係差嘅，甚至乎咧，佢之前話有個叔有買啲就話咧，佢有個嘅，如果28納米啊，一個技術芯片咧，蘇威我哋全隊得佢一間做到嘅，而家都唔係。所以變咗你話佢嗰個嘅業務嘅發展，我自己睇係有啲保留嘅。不過咧成日話咧，我哋而家成日炒 AI 概念就係炒 AI。咁 AI 有啲咩要做咧？甚至芯片咧其中一範嚟嘅。咁但係我哋啲公司做到得咁勁咧，我唔覺得錯得就唔做，齋炒咯。但係你話如果咁計嘅話，即係齋炒啦。但係啲代理車好狂炒嘅，你跟唔跟？即係就出呢個咁嘅情況咯。但係你問我自己嘅話，我就唔會建議大家咁樣做，因為講真，佢走一下都走得好勁，係啊。但又講到嗰陣瑞星啦，瑞星你幫我揀咧，我都係揀信宇嘅，即係兩間公司幫我揀嘅話，咁信宇我都買咗嘅，我自己都有而家有揸貨嘅，之前我落嗰下咧，我自己都買啲位度嘅，咁但係就係咯咁樣，但係如果要揀嘅揀信宇好啲。係頭先 Stanley 識背曬所有嘅股份編號，但係唔係個個識背啊，981啊，中芯國際啊，但如果大家都好似咧，即係。好似我咁樣咧，一個苦魚，但係好多咁多股票嘅知識咧，就可以睇我哋要在財經台啊！要在財經台成日都跟阿 Sammy 學到好多嘢，仲想問埋個金嘅個金啦，嚟緊咧個政治風險升溫啊，係咪一個值得投資嘅一個政治風險升溫啊，其實我又唔好跟驚阿金仔，即係你話反而掉轉而家我係驚咧，驚佢係驚阿 Donald Trump 即係 Donald Trump 係驚佢，我驚佢捱唔到四年，呢個係風險地，我覺得驚捱唔到四年啊！你話反而阿金正恩嗰邊咧，我會覺得。其實大家開始慣咗喎，即係佢射導彈嗰啲咧，已經係成日慣曬，同埋我覺得佢唔會有啲做啲咩嘅咧。但係反而調轉咧，係美國嗰邊嘅風險係真係高。所以嗱，大家買金嘅話咧，其實美元升，我冇理金，我真係有邊可以搞上去。咁但係問我自己嘅話，我就如果可以揀咧，唔揀住。好，又問翻李博士啦，換緊電話都要攞住你添。我哋講係啊，想問下樓市幾時見頂喎？我知道你淨係投資破喎。嗱，首先一啱啱你講咗好多咩乜蛇乜蛇，我都搞唔清楚。我淨係識得蛇王診啊，蛇王乜啊嗰啲啊熟啦，嗰啲啱啱前排咧，自己有人問我，你喂阿阿雲700點喎？咩700啊？我好白痴啊！我對呢啲嘢，因為咧又去翻樓市嗰啲嘢咧，我唔識噶。我除咗破，我真係乜都唔識。所以我係好 friend， 因為我覺得你睇多層樓。你睇咗隻股票，你就時間睇少間鋪。我夠膽講香港幾千萬樓下街鋪嘅人冇一個熟過我。我重複一次，香港幾千萬樓下嘅鋪冇人熟過我。但係除咗呢樣嘢，其他乜都唔識。但係李博士頭先咧就係講到話嚟緊會睇好啦，多人流嗰啲地方啦，或者多外區嘅人啦，就元朗啊嘛。咁元朗睇好啦，如果你問我啊，揾支槍指住我，同我講有咩鋪好買啦，就係、是、如果細額嘅，你就揾啲湯場鋪，蝕九成啦，真係蝕九成嗰啲，你去買啦。咁我覺得 OK 嘅，但係就你就要好忍心咯，即係睇住個對面個阿公阿婆咁啊，蝕咗攞住500萬成副身家，你就 offer 佢500萬啦，咁 OK 嘅，你忍心劈落去。呢個係一。二嘅話咧，如果真係講個區份咧，咁我就覺得係總之有人口增長，有基建帶動，佐敦買得過，佐敦買得過。咁啊 ，and then 去尖沙咀微住，咁啊再數翻個長沙灣人口增長買得過。咁啊，再數翻嘅元朗買得過，荃灣買得過，大埔墟買得過，大圍啲鋪超級貴，超級貴。咁啊，我覺得已經升到過曬籠。
再數翻嚟屯門嘅時候，屯門好少鋪賣，咁啊屯門啲鋪好貴嘅，咁啊但係你又數翻過嚟嘅時候咧，觀塘買得過，牛頭角就唔好啦，咁啊 ，and then 又數翻九龍灣嗰啲冇乜鋪賣嘅，咩石硤尾啊，咩樂富啲冇乜鋪好賣，深水埗我建議就避免，因為深水埗太多平嘢啦，太多平嘢供應太多嘅時候咧，我係好難升上去。咁啊基本上如果你想揾啲一千萬樓下嘅鋪咧，全部啲經紀俾你咧，八成都係深水埗嘅盤嚟嘅，但係記住啊。supply 多價錢就上唔到上去。香港島啊，最買得過嘅時候咧，香港仔我唔會買，鴨脷洲我唔會買，市達即係香港南我唔會買。但係去翻中環嘅時候咧，未跌定，但係去翻灣仔買得過，去翻呢個北角買得過，去翻筲箕灣咧消費力低，再去翻小西灣嗰頭太過民生，再去翻呢個嘅堅尼地城嘅時候咧，我覺得未跌定，因為堅尼地城跌咗好多，未跌定，咁啊消費力未必喺度。咁啊係咯，早晨，早啲佢。好嘢。多謝你博士，我哋問多條 Stanley 咧，咁我哋今日嘅古樓盤大時代咧都要圓滿結束噶啦。問邊條好咧？真係太多啦，俾 Stanley 揀啦，好唔好啊？我唔揀。你頭先好似背咗喎。我冇過，係咁立立眼啫嘛。係國指咯，好唔好啊？國指睇幾多？係啊。我睇萬三咯，當下先一成咗都差唔多啦，萬三點。嗯，好啊。再益街坊，再問多條。騰訊阿里巴巴現價買定係再等等？騰訊都講咗啦，我覺得可以再回翻啲先買嘅。但阿里巴巴咧，我如果我揀啊，其實咧 BAT 三間公司咧，我都有興趣去買嘅。但我自己諗，我覺得我下次都買即係百度多啲，係即係其他嗰間唔係唔好喎，我覺得，但係反而我自己唔中意阿馬雲呢個人。個樣唔得，唔係人好似佢耳聽佢寫啲文。馬雲個樣唔得，唔係係咪私生活啊？唔關事，唔係因為嗱。有陣時即係我自己啦，可能睇股票咧，有啲譬如揀股咧，都要搞埋緊公司嗰個管理層，即係可能過去做啲咩嘅。以前喺香港呢邊都有間上市公司嗰下，我有啲成日呃啲股民少少啦，少少啦，所以我對佢係有啲嘅戒心嘅。但係你去業務上咧，講真係真係做得好嘅，真係做得好嘅。但係反而又我啲咁講翻啦，而家即係我除咗騰訊之外啦，其實我都仲揸住呢個 Alphabet。即係講 Google 間公司，同埋呢個 Amazon， 係啊，買應該買埋呢啲咯，擺度咯。我啲係長擺唔嚟好住。仲有二三百幾蚊啫，因為長遠我都睇好嘅，但係我覺得佢而家千幾蚊啫，咁樣啲啊。係啊，咪因為美國嗰邊咧好得意嘅，美國買股票咧買股又可以，即係逐股去買嘅，即係手去買嘅。咁所以買幾股都買幾股啫。好，唔好私聊啦，唔好私聊啦，交翻個場俾我。好啦，多謝曬 Stanley， 多謝曬李博士。咁大家俾啲熱烈嘅掌聲俾兩位嘉賓。